各位同学，下午好。我今天很荣幸来给大家做这个讲座或者报告。我们在一个非常轻松，你看从你们坐的座位看就很轻松啊，非常自由。文科就是这样的，应该是自由论坛，不在乎人多少，我就喜欢给越少讲越好讲嘛。为什么越少的话越精啊？我们希望是少而精。因为我带的课一般都是硕士、博士，也不是很多人，十个、20个、30个都可以。我们所讲的内容啊，是面向所有的人，但是谁愿意听，那是各取所需。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可能比较奇怪，大家觉得啊，因为他告诉我是非法学专业，那我就讲非法学啊。我给非法学专业要讲什么？要讲法学的功能。以及非法学专业人士在综合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讲讲你们看是否重要啊？那么我来之前先看一下华中理工科技大学，在我过去印象中是理工大学，当然我很清楚了，我在高校，华中科技大是教育部排名非常靠前的，是一个涵盖理工、医文管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那么这句话从网站上看到的，涵盖是理工、医文管多学科的大学啊，有11个门类。华中科技大学除过没有军队，什么都有啊，因为12个门类里边有军事，你除过军事都其他都有，包揽一切。说华中科技大学很了不起的学校，但是显然是一个工科为主的学校。不说别的，光说它的，不要说历史，历史都知道。光说它这个名字，大家都看到了，科技大学。而且到目前为止啊，武汉人啊，好多人不知道你这个名字。我昨天来打车，我说我到华中科技大学，他车停那儿，我不知道，你先给我问清楚在哪里，到底在汉口还是在武昌？我说肯定在武昌呀，我坐车坐到武昌，下车就在武昌，我去过啊，不知道。后来我就想了半天，我灵机一动想起来说，华工啊，华工你咋不早点说？华工我当然知道了，他就带来了。这就说明啊，你这个工科特征还非常明显啊。而且从你们这个网站一看，我刚才说那句涵盖这几个学科一看，你就是工科院校。为什么呢？只有工科院校才会做这种不合逻辑的这种排列。你看看理工、医文管，这个文是什么含义呢？绝对不是指的文学，指的是文科。哎，文科和理工医怎么能够并列呢？文科是和工科并列的呀，是吧？我们讲的文科指的是社会科学，它对立面应该是自然科学。那你刚才就分成两类，那就华中科技大学是由文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不就完了吗？不是，那这个我能理解，为什么呢？我所在的学校也是这样子，西安交大，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理工文管，啊，理工管文，啊，理工管文各学科，我们听得很不高兴，我说理工你凭什么管文呢？倒过来，理工文管，我说理工文管还可以，但是过来过去你还是把文科和人家，你把一个比门类还要大的一个学科和这个各门类甚至一级学科对应起来。这有问题，所以说我非常理解这个理工科院校的文科，不管你是工科生还是文科生啊，文科在理工科院校，就刚才就光从你们这个排列就看出来，对文科啊有歧视之嫌疑，这是个证据啊。那么文科在工科院校的挑战非常大，名气都很小，地位都很低，但水平却很高。这是我的判断，为什么呢？凡是能在理工科院校生存和发展的文科，都是第一流的，因为他们在更加严酷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经过这种魔鬼训练，身心非常健康，身心非常强。我有体会，我原来在管理学院，我们交大管理是第一啊，全国第一，我在里边我属于中上，不是最上等的。那是拼搏了，但人家看不起，他说是
法学啊，太软了，管理很硬。为什么管理很硬呢？交大的管理是管理工程，它以工程的方式研究管理，所以它排名肯定在前列。为什么呢？它各种指标因子计算它是按照硬科学计算的，发表论文 EI SCI， 其他管理学院不能跟它比，它都在前列呢。但是管理学院仍然被别人看不起，那工科都说你这管理学科是软科学，你很软。但他说我很软，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法律是最硬的，在管理学院。为什么呢？我每天处理问题是非明确，是吧？这个权利是谁的，这个利益是谁的，非常明确地判断出来了。你那套东西能不能用，用的结果如何，还有风险，我说我是最硬的。后来我调到人文学院了，我发现我们管理学院最差的人到人文学院都特别厉害，就是最强的，就在于他那个环境把你锻炼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人文学科要在工科院学校发展，那有时候要靠你自己，你要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地位，知道你的前途，知道你的社会责任才行。那么我今天其实就从这讲起，其他人文我不讲，我就讲法学，从法学讲起。那么工科院校的法学啊，好坏发展的前途如何，非法学专业同学应该有一定的责任，而且你们应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啊，应该参与。理工院校发展法学必须是综合性的、复合性的，不要学这个人大、北大、武大。我说华中和交大一样啊，你要想搞法学门类的法学，你要想超过这些学校20年，看有没有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社会现在发展进步很快，你要根据主流，要走高层次复合性的这种培养模式。这应该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我们85年就成立了技术经济法研究中心，北大95年成立，那个清华大学后来论证法学的时候跟我们模式完全一样，在清华大学基本失败的，没有，最后没有做成。上海交大最近的论证也是这样，但是也不一定能做成。所以我觉得工科院校发展法学、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走综合性的道路，知识背景很重要。我本人我就有体会，我说我今天讲啊，我不求大家大彻大悟啊，只求有所收获、有所启发就行了。而且每个人的模式啊，对别人不一定适用，所以我自己就走这条路子。我的知识背景是，我是哲学学士、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我的工作背景，我是教学、科研、司法实务。我的职业背景是教师、律师、仲裁员、司法监督和咨询员。那么我的特点就是我非常了解社会，也非常了解高校，我非常了解中国的司法实务。一会儿你们任何问题可以向我问，就各种道我都走过。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点，我绝对是入邪道而不离正道。那你不入邪道，不能知道什么叫司法腐败，你能知道吗？你不做律师你能知道吗？你不做司法监督去你能知道吗？每一个门道、每一个行道都有它很多潜规则，这个词大家听到过，尽管大家在批判它，但那个东西是真正运行的规律，就那个东西你无法知道的。谁最知道？就干那个事的人最知道。但是那个行业永远向外保密，绝对不会承认这些事情。比如说你说司法腐败，任何一个腐败的司法官员都会坚决反对，说是错误的，绝对没这事儿。他都会保护自己行业的，这个基本规范。律师也，律师会在上面说司法腐败，但你找他调查，他绝对不会说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学科交叉、优势互补。像我本人招收硕士、博士啊，我有一半就来自于非法学的，所以说我说我的学生之间一定要有一半非法之徒，这样的话培养出来才能够有所收获，才能够有新的增长点。你们在座的肯定都是非法之徒吧，啊？所以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说，无论你学什么专业、学什么学科，法律是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下限，道德是它的上限，中间呢才是各种专业素质。没有上限，没有下限，专业素质的发挥就失去了方向。这句话人经常会讲那句话，叫做事先做人，就这个道理。
你有底线有上限，你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边活动，你才能有所收获。我下面会讲很多相关的，因为我的案例非常之多，我到时候我信手拈来算的啊，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很多问题都是法律问题，没有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能离开法律啊。那其实我一到武汉就收到了很多，武汉这个地方信息非常发达，我收到很多信息啊，都是算命的。我在武汉那个风水很发达吧，是吧？好像是啊，你们这地方风水先生好像很多，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就说你想发财吗？我算算你有没有老板命。这我一来就收到好多这种信息啊。还有就说次子什么一个什么财富，不如赐他一个好名字啊，你把你的什么儿子什么年日告诉我，你起个好名字你就可以发财。这都是武汉我收到好多信息，这是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法律问题啊，这就是信息安全的问题，信息骚扰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很多娱乐界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像最近武汉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武汉那个叫戴高乐增高药是吧？武汉警方抓了，反正已经抓掉了。25块钱的药在武汉这个地方经过加工以后贴个标签就卖到了498，全国进行诈骗440万元，啊，这个地方经济也比较发达，信息比较发达，等等，全部都是法律问题啊。然后你从武汉要去坐火车上车，他要查你身份证，你遇到过没有？没有，没有，啊，现在到处都要查，你现在坐火车要查你身份证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查，他说因为你是男的，我们暂时还不查女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年轻男的，就是这俩啊，就被查对象，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反恐，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侵犯人权了。那就说他意思说你们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是吧？这和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就是很相悖了。你不能用可能在法律，你不能用可能判断，是吧？这都是一些法律问题啊。所以我现在通过前面这个介绍，就我的总体一个指导思想，先告诉大家。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法学的社会功能。我前面讲法律挺重要的啊，尤其是理工院校的同学学生，法律更应该有所这方面素质，也很重要。那么你说它再重，它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用处？我讲讲法律的社会功能。说说法律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啊。中共中央现在已经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了，原来不重视。他呢，去年2003年啊，他发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里边，他就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个意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其实这个社会发展，真正的高度是在社会科学上。而不在自然科学上，自然科学它是个基础，没有自然科学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呢，真正的发展繁荣，一个国家的正常繁荣应该是社会科学。所以说按照学科分类，我们是11个门类，按照大类分的话就是2大门类，然后我再分门类，我把这个所有学我再分门类，我这样分的，按照功用它的用途，不管哪个学科有用，没用学科没法发展，没有必要。那么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学科，一个就是科学技术是一个门类，是一大类，管理科学、经济学管理是一类，人文艺术是一类，法学是一类。那么我认为它基本功能应该这么简单的讲，科学技术是强国之学，经济管理是富国之学，法学是治国之学，这就是法学的社会功能。那么大家想想，这里边哪个学科都不能少，但是法学的作用可能在里边应该更大。它治理国家是治国之学，为什么它是治国之学呢？法学的价值，它是正义与秩序。无论你什么科学，如果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正义的国度里边是不能发展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为治国而生，为治理国家而发展。法学追求秩序和正义，治理国家就是对治理者和被治理者进行规范，以达到国家和人民追求的合理的秩序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法律最高价值。当然了，各个学科都在追求价值。我说其实你说你站得更高看，
所有的学科最终追求价值是一样的，只是追求的方式不一样，路径不一样。包括宗教，其实那个更高，宗教是，宗教基本上是超现实的，就是它是现实的，同时又是超现实的。就我们一般的，我们现在世俗学科不能跟宗教比，从目的、从目标来讲不能跟它比。它有一半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目前的科学没法研究。就我举个简单例子，研究生命。我们的学科呢，研究人从生到死，在我前沿研究啊，从受精卵开始，从试管婴儿开始，就是最早受精卵开始，对吧？也就是它生命的雏形吧。他可以每天拍照片研究，研究很深很透，什么现在胎教什么都有。到死，心脏停止跳动，没有血压，没有脉搏，死了。后面是知道不知道？没人知道。哎，宗教不是这样子啊。宗教呢，当然宗教是分层次的啊，不说别的，说佛教吧，他比你站得高多。他一看就是人是怎么，人是分段生死。心里话清楚，你这只是一段，只是一段，你们研究去，后面一段人从死呢，就你们认为死的那刻起是一种新生，这段没人研究，他的研究，他叫中阴身，中间的中，阴阳的阴，身，中阴身。那么这一段的活动过程，没人知道，他知道，非常细研究的，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没看过，当然我们现在。一般都会认为它是迷信，啊，和武断认为它是迷信。你没有研究，没能力研究，就是迷信。这种本身这种说法就不科学，等等，啊，就是它研究的方式和路径完全不一样的。但最终我们不管哪个学科，都是追求公平、正义、秩序，人类的最终幸福，这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一定要综合素质，一定要站得高，看得高。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这个最终目标，那很多学科就不能发展了。你有什么用处啊？它都有用处，只是你没有深入而已。那法学呢？它是达到公平正义的比较直接的一种手段，就它的价值追求是秩序和正义。所以国家呢，它就是一个，要说秩序，唯独国家，那就是一个秩序的产物，对吧？从混沌的秩序，最后变成有个国家。一到国家里边，这个制度、这个秩序以后，所有的人的行为都要规范。这个你不管你有多自由，你有多大本事，你都逃不出去。这就是法律能够追求的。如果没有法律，达不到。我当过兵啊，我当时很自由的，我在大学的时候非常自由。我当天兵后，我坚决要跑出来、逃出来的人说，到那个地方，你有多大本事，到部队啊，你都得老老实实。它就是那种制度，它就是那种秩序，就叫整齐划一，就不让你有思想去想法。我想好你就做就行了，这就是部队。我一入伍第一天，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你们是新来的大学生，服役期25年，25年以内不要提转业的问题。然后我们第二天开始想，赶快想办法转业。当时华中啊，你当时就华工啊分去了，他们现在基本上在西安安江落户，老死西安江边会啊。分区呢，我看我们49个人，华中分了20个人，主要是华中，因为我们也是部队啊，是个空军，搞电子的，成电一部分人，华中一部分人，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部分人啊，他们梦想已经破灭了，必须在那服役，永远服役下去。他就为什么他学工的，他就没有学法律的那种思维，尽管我当时不是学法律，但是我有哲学思维，我知道应该如何逃脱，我有办法，而且非常顺利的。能够逃脱出来，我还能落个好名声啊，给他做了很大贡献。当然我没告诉他我是怎么逃脱的，我不能告诉他。这叫秩序。那么这个秩序的维护有各种各样的维护方式，那么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就是法治，是法律。所以说自古以来法律研究从来没离开过这个核心，就治理国家这个核心问题。柏拉图留下了理想国、政治家、法律国，亚里士多德在治国问题上耗尽了他全部的智慧，中世纪神学的统治的一切时候也是用神学来研究统治国家的方法，谁也不会放弃，
统治国家，谁不想统治国家？当然咱不能理解，你们看过那个《大明宫词》没有？那里边那公主开始不理解武则天，说你干嘛那么累，费那么大事，一个女人呢、啊、是为什么要君临天下啊？当她有一次她母亲把她推到那个有一次庆功会上打仗以后，把她推到前台的时候，她在那儿一站，感受了君临天下的那种威风之后，她就懂了。她说我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这样了，她统治一个国家呀，都在她掌控之下，别说那了，这种统治人的欲望谁都有，实现不了的人 那只好说我没有，是吧？我原来带的第一个助手是个小女孩，她给我说了句话很真实，她说她马老师，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我怎么都没猜出来她最想做什么。她最想做个压寨夫人，这我没想过的，这也就是这种情节的反应嘛，就是想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别人嘛。可能她受苦受难比较多，他说我做压寨夫人，把谁拉去斩首，他就斩掉了。所以所有的学科啊，所有的知识啊，他最终都希望能变成统治国家的一种工具，这自古以来就这样的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世俗的法律在当时啊，中世纪它是服从法律分两种啊，世俗的，当时的神学，中国你都可以这么分，法有世俗法和宗教法，神学属于宗教法，这两个法有相同有不同的，我研究过，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站得高的看都是一样的，所有党派所有教派所有学科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真是一样的，它都是用信仰，但信仰要有科学为基础。你说世俗法和宗教法有什么区别，咱就不说别的，就咱们最清楚的，咱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佛法吧，因为我说那个基督教那套东西啊，包括伊斯兰教，它就是一家就一本书，那个非常简单，你只要看过就，它用白话文写成很多书，就那也是法律啊，它可以在很多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有人做法律来判案子也有啊，但是佛教的法就没人那么理解了，它那个辩证思想是一般人很难掌握的，但是有些在某个固定阶段它是一致的，佛法里面叫戒律，那么你就比较，也就是说刑法。你知道中国的刑法里边重罪最重罪是什么呀？当然最重过去是反革命罪，是吧？现在颠覆国家罪咱不说这个，说侵害人身的罪最重什么呀？杀人嘛，对吧？好吧，佛法里面这样子，杀盗淫妄酒五大戒，这是不能犯的根本戒，它理论非常完满，这五戒犯了以后，一时人身万福不劫，万劫不复，你就永远就不行了，其他戒犯了以后你还可以忏悔，那这五戒犯了就忏悔不了，这就和我们这一样，你犯了杀人罪以后就不行了，对吧？那就剥夺你的生命啊，所以它的基本取向是一样的，它都是治理它那个相应的一个对象的一种工具。所以说到近代的时候，中晋以后呢，法律的治国功能呢更加体现出来，思想家们探索进一步探讨国家正当性以及治理国家的方法，分析国家的本质啊，从契约合法性啊、权威性来探讨。这时候法律啊，这个世俗法律就真正的和国家结合起来了。所以你大家知道，像霍布斯，他制造了对国家的一种崇拜。我们其实都很崇拜国家，是吧？那个洛克呢，他提出了国家契约说，他是讲平等。孟德斯鸠呢，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制衡。卢梭呢，他提出国家主义。就到黑格尔的地方提出国家理性。所以从这个发展脉络来看啊，这个法律治国理论在一步一步完善。当然从这个大家要体会到一些东西很有意思啊，你看英国啊这个国家了不得，所以它是最早的资本论，它最老牌的资本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日不落帝国，就它这个依法治国这个思想对它影响很大，因为呢它产生了民主自由，人的能动性都释放出来了。但是英国人的思辨这个思维方式啊，思辨性啊，不能跟德国人比，是吧？伟大的哲学家都处在德国，是不是？那么点几个人就行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吧？康德的哲学著作我一般人看不懂，
在当年德国的贵妇人小姐们要把康德的著作放在她的梳妆台上是一种时髦、时尚。想想，我中国人没有人说把谁哲学书放到他的地方是吧？不会有的。那黑格尔的深刻是我们到目前现在人进到黑格尔里面都出不来。那马克思更不用说了，德国的思辨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德国可以产生希特勒，考虑过没有？什么原因？思辨太深刻了，深刻了以后，他别人不再想了，大家都依赖于、崇拜于理性，不去实践。所以会产生盲目崇拜、狂热。希特勒当年是大家崇拜的对象。你目前，我现在，你把希特勒那个禁卫军的，他整个那个有一段宣言，那个宣言书，我如果不告诉你是谁，我把那宣言一念以后，你肯定认为是共产党宣言。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生命奉献给我的党，都这样的，这种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所以他就产生了。但英国绝对不会，为什么呢？他是民主制度国家，他要大家要表决要举手要同意啊，你要论证论述啊，行不行啊？要有竞争啊。所以那个国家的法制就比较健全，真的，德国法制也很健全，但德国人非常死板，德国人太认真，太认真就会认真到那种程度，非常认真的跟着希特勒跑。所以这个理性思维太深刻，有时候也比较沉重。那么他这个思想呢，最终啊，最后的结果当然很了不起，最后结果呢变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实现了。无论如何，现在为止还有一个崇拜马克思主义国家，就是我们国家，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在崇拜，而且实践证明它取得了很多成果，它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法律的这个作用的时候，这过程就会看到它发展的脉络，这西方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法治国家到西方找，东方找不着。为什么呢？中国传统上它崇尚的是礼智人智，但是法治思想从来没有中断过，它是相互斗争的。他们也主张过以法治国，也有，就在先秦的时候也有过啊。你不要说中国没有法治思想，这不对的。在先秦的时候是非常发达的，各种学术很发达，有过法家。有过各种斗争，那么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很崇尚法治，以至于后来一整套理论的方法被有一个人给使用了。对，那就是法治国家，第一个法治国家，你统一度量衡啊，是吧？统一中央集权，很多制度就是个法治国家，但它这个法治呀，完全作为一种工具的，为什么呢？他有点反对，他如果当时再放的稍微自由一点儿。了不得，他太酷太严酷，这个行为严酷到最后呢，维持很短时间就失败了。所以法治它应该有一个界限，一定要与民主自由结合起来。那秦始皇当时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这一套中央集权理论方法到目前为止，我这种阴影都很深。对中国来说，古代封建的政治与法治体系主体影响深远，多次变法运动。都是为了捣毁当时那一套，都没捣毁。那么变法运动就是在建立法治国家，对吧？你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变法运动，都是在建立法治。但是中国与西方的法治思想区别非常大。西方的法治重点是什么呢？就这点不要，它约束谁呢？约束统治者。认为政府、总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正义的行为，这是西方。法治的非常大的特点，他认为政府、总统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必须制约他，这是西方法治观念，而中国则是相反的，是约束被统治者，他是认为老百姓是法治的承受者，统治者呢是治理者，而法律就变成了统治工具，从根本上离开，没有离开人治的范畴。他这种法治成为理智和人治的补充，这种观念到现在根深蒂固。比如说，最近大家你注意看啊，在网上看，最近在庆祝啊，在祝贺，在纪念
普法教育20周年正在纪念，那里边有个主题词，就是说把法律交给人民，这个口号是非常混账的口号。你想不想，这一说出来，他就是个法，这就不是个法治国家，他就是人治啊！当官的制定法律，制定完了以后把它交给人民，你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啊！你是个全国这人民大会制度的一个国家，你法律是谁制定的？你反映谁的利益？所以这个非常有问题。那么是老百姓真是，那想想看啊。啊，原来法律不是人民的，这原来这个，那你说这是法治还是人治？所以他们还专门要找依据，说普法教育是中国的特色，在世界上找找看哪些国家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是创举。他都不了解这个文化的不同，有些国家人家他这个法律制定过程中，他就是全民性质的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你们肯定没有。这个怎么制定法律的啊？现在的法律这样制定的：首先找一个主管部门起草，起草完了以后，通过送到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过了国务院会议以后，送到人大，人大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然后呢，相应的还有一个工作委员会，比如说教科文卫，比如说妇女儿童，这样上人大最少通过两读，有时候通过三读，最后通过。那有些搞得根本不公布，是保密，你根本不知道。反正我参与过几个，我很失望。比如说要立科技立法，那很厉害。我们就比如技术合同法，我曾经就作为参与者之一，没有我的名字啊，但是我劳动过那个法，做过很多调查，我知道内幕。当时上会的时候都通过了，第一次没通过，第一次没上会，没上会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法律那个名册就写了个技术合同法，当这个法律送到委员长办公室的时候，桌子上委员长说了一句话就打回去了，说你们是给哪个国家立法呢？大家听懂意思了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漏掉了，就写了技术合同法。看委员长水平就是高吧，你把最重要的漏掉了。其实我们说这没有关系，这个技术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给中国人立法是吧？那你这个问题就大了，就没上。电视上会我们调查的很多问题啊，我本人亲自从南方做调查，就要证明我调查1000个案例，我不是亲自调1000个，那调查不出来的啊。就是我在国家科委搜集整理了那么多案例，写那么厚，有些人说没有必要立技术合同法，我就跟他说很有必要，如果不立的话，我们科技人员没法保护他利益权利，出了很多案件，就那非常严密，通过法律专家、技术专家、这个文字专家，到最后有一个专家很厉害，提了一个问题，我就很佩服他。他说：“你这个法律有一条有矛盾，你想想，如果有逻辑矛盾，他有逻辑矛盾，有逻辑矛盾，这个法律完蛋了。法律还能有逻辑矛盾？它就是逻辑框架体系。我说出来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啊？技术合同法第二条，它写着本法适用于这个公民、法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之间所订立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逗号，句号，后面有个，一方是外国的企业、个人、组织，不适用本法。我说的很清，表述很清楚吧？那法律语言就这样，很清楚啊。别人说这条有矛盾，你们能不能找出来矛盾？都不是，就在最后那句话，他说你们说外国人不适用本法是吧，你这一条就是本法的内容啊是吧，外国人也不适用你这一条是不是，那就等于适用了，听懂没有，负负得正嘛是不是。哎呀，这个人我们一听就笑了，哎呀你水平真高，我们没注意，我们立刻把它修改了。怎么修改呢？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个人、组织，除外，解决了。这就说，搞科技的人确实水平高，他逻辑思维很强。下面没听懂的，
你完了以后你问那个听懂题啊，这很有意思。你反过来，这个逻这是个逻辑啊，逻辑。我不多讲了，听懂人觉得哎，这很智慧，我觉得很智慧啊。但是我也看过那个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妇女儿童那个妇女权益保护法通过的时候，那个当时陈木华在上面念那个法律的时候，他都念，不能说念不通啊，他在念那个法律的时候，下面在座的啊，他那个委员都是妇女，都是比较年龄大的妇女，一个都昏昏欲睡的。完了说表决提案，大家都表过去，没人提意见的。就立法这个水平高低层次那是区别很大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它不一定能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哎，现在好了，现在把法律它就出来，你比如说物权法，你看到了吧？对，你不非学法律的，没学法律，你看啊，学法律就看到物权法，你像全国人民公示出来的，你可以提意见，对不对？所以法律本来就是人民的，就是反映人民意志。第二，我要说的是，法律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所以它治国治学，人的最高追求无疑就是自由和平等，不管谁，啊，追求到的程度是由法治健全程度决定的，法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自由与平等，否则一些人的自由必然牺牲另外一些人的自由，如果没有法律的话，一些人的平等一定会建立在另一些人的不平等基础之上的。这个社会啊，它是个自然法则的反应过来的。你没有进入社会，你不知道。我很清楚，社会是个自然法则在社会中体验，绝对是欺软怕硬。你听别人说，哎，我这个人心软，我是不怕硬的，怕软的，那都是骗你的，假的，都是欺软怕硬。最终是实力决定一切，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目前的社会。那么这个实力最终只有强化了法律制度，这种强制的东西才有可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弱肉强食，社会毕竟不能像自然一样。比如说吸烟人的自由就一定建立在不吸人自由牺牲他吸些新鲜空气清洁空气的基础之上的，对不对？唱卡拉 OK 的自由，这种幸福，他的幸福一定建立在听众痛苦的基础之上的，对不对？那么只要法律不禁止这种自由，它有保障，别人就要痛苦下去，是吧？但是法律禁止以后，条件一成熟一禁止，某些条件、某些场合、某些时间一禁止，这样的话就会更多的人实现自由啊，更多人所保障权利。比如说火车上它有保障了，空调车它不让你吸烟，对吧？你到车厢那边吸烟区，啊，它也有一定的自由，我们有更大的自由等等。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法律保障，没有法律保障，自由必然牺牲另外的自由。你的权利一定要牺牲另外人的权利，这不是社会一定要最大限度、最大程度保障。所以大家知道，法律啊，它是公平器，它绝对是按照社会平均，保护最大人的利益，绝对不能是个体。再一个，我再给我的学生讲，你懂法律有很多好，你要懂法律争辩有很多好处。法律是按照社会人的平均水平制定的，平均智商制定的。你要高于这个智商，高于平等，你就有很多好处。所以我问你，非法律专业学生啊，你要有这种意识啊，你将来真是很，你会四两拨千斤啊。所以法律对那部分人管不住，管不住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限制不了他，你不能定的把所有人都管住的法律，那法律是不科学，那肯定是坏的法律，它是不科学的啊。那么平等和公平也一样，法律要保障更多人的平等，而且要保障每个人更多人实现个体的平等和公平，不能与社会相违背，对吧？法律不能保障每个个体的公平，是针对全体的。第二呢，个体标准和全体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法律必须是国家的。在实践中我有个很大的体会，我做这么多年法律实务，做律师，我有很大体会，个体所讲的公平和平等正义和国家往往是相悖的。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在社会中啊，就个人来讲，没有人需要公平正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会这点，你不理解，我告诉你，大家都希望自己更特殊，都追求更特殊。比如说打官司吧，没有人去说我要公平要正义，那只是打个牌子口号，谁都要赢，知道吧？
律师要是胜诉，当事人要胜诉，他都会告诉你，我不择手段，我不惜代价，你让我赢了就胜诉就行了。他再不考虑是否公平正义，这就是真正的社会。所以才需要法治啊，需要法律，它保证真正的平等公平，要大家都得到公平正义。所以对某一个来说，他都认为他老是吃亏，老不公平正义，但对社会可能就是公平正义。谁都会追求一个特殊的嘛，我自己本人也这样，我有时候很可笑，觉得我现在想想，我当年很早搞法律的人应该是没有穷人才对，是吧？如果搞法律很穷，那他搞得很差，是。我在我们那是最早使用最现代的工具，我是最早使用的，比如说汽车。你要做律师的话，我经常跟我学生讲，你做律师，那你就应该开宝马住别墅，这很正常的，是吧？那做老师就算了，开捷达就行了啊。那你和你身份就不相符了，你做老师开个，你要是开个宝马，那你就不像老师了，是吧？那么我仍然是追求特殊啊，为什么呢？车牌想要一个好的呀，你不追求特殊、公平、正义，你去啊，人家牌号牌在哪里，你拿个牌子就行了。你们跟我要，肯定会说我要个好牌子，是吧？要个好牌子就要找人啊，找关系啊，是吧？而且还甚至还想要个什么警牌之类的，是吧？我当时警报器、警灯我都有，我现在想想，你干嘛呢？是，觉得很可笑。你整天主张什么公平正义，你追求这样特殊，当然后来我大彻大悟，我把它全部没有用，不用了。所以现在买车，别人说我给你办个好牌，我坚决不要，啊，我牌到哪我就要哪，这才是真正的，是吧？当然，其实啊，追求特殊啊是没有实力的表现，追求特殊啊是一种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你看那开宝马住别墅的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身份，说我很厉害，我很行。你别看他开那个破捷达那种车，下车一脚把别人踢住那种人，那才是看不见的顶层，那就不在乎这个东西了，是吧？我有实力，我骑自行车都有实力，怕什么？是吧？那西装革履的人，那是往上爬的人，穿个破牛仔，那是不知道干什么的，也许是亿万富翁，是吧？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不追求这种表面的形式。所以追求特殊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才需要公平正义，需要法律。所以法律的公平正义，在西方它是以什么来表示的？正义女神，谁知道？正义女神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吧？您这位女生知道？你说一下。拿什么东西？好，这两个特征说对了，还有呢？最主要一个特征是什么？端啊！说是蒙着眼睛这个同学已经超越了一般法律同学了啊！因为我上次测试，我面试了，我试完我所有的考生，没人知道这个女生，我非常失望。这可不是一般的啊，这种象征是非常有意义的。西方的正义女神是个，说女的这个没啥问题是吧？她最大特征是蒙着眼睛，蒙着眼睛啊很有意思，蒙着眼睛，左手天平，右手剑。那么细说的话很有意思吧？背后还搁了一个，前面放了个权杖是吧？旁边立了个权杖，前面放了个案台，台上放了一本书，书就是法律啊。为什么产生这样正义女神呢？是因为人世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斗，天庭的神要平息这一场争斗的时候，选不出来人，派谁去都不可靠，谁都拿不出来更好的方案。结果有一位女生站着说：“我去，你有什么办法？”她马上把眼睛一蒙，拿着剑，拿着天平。大家说没有问题，他就行。为什么他就行呢？这边代表公平正义，这边代表什么呢？法律强制代表惩罚。然后呢，他前面案件要放着一本书啊，我以法律为依据，那为什么要蒙眼睛呢？就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就是不能看见。为什么呢？有很深的含义。这个人呀，听到的不要紧啊，人的信息主要从眼睛来的，视觉来的。人最难最难的是，难以逃脱美色。所以说，男神绝对不能下棋。他这个对于这含义在哪边啊？
一定是女神。就连女神她如果遇到很帅的人，可能也砍不下去，干脆蒙着眼睛算了。我不管你是谁，我看不见你嘛。根据我的规则，惩罚谁就是谁，我这边有公平。所以这个含义非常深刻。但是中国的，大家知道中国的正义代表是什么呀？是什么？碧玺、独角兽，知道吧？你看这边差异有多大？它就是奇形怪状、非常吓人的东西，就专门来吓人的。所以中国的法律就是吓人的，而西方是一个女神。而且有公平、有正义、有惩罚、有奖励，是吧？非常，这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当然也有人会批判，说你这个连你都看不见，你怎么能保证公平正义啊？也有人在批判啊。但是最起码，我认为，他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一个程序公平。说法律所讲的公平，讲的是机会平等、机会公平，不是自然科学上的精打细算。不是算得很精确，法律不能细算。如果法律算得很精确，法律就不公平了。它是一种大致的公平。正有这样的能够裁决人类纠纷的这种公平，所以它才能够制定。第三，法学培养治国之才，这个大家都知道。法学的治国功能现在呢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当然，学习法学的经历成为治国的主要专业背景，目前世界上大家都是认可。尽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没有选举制度规定说把法律作为从政的必要条件，但是西方的许多政治家都是学过法律，世界上许多政治人物都做过律师，不管德国、美国、英国，尤其这个美国啊，这美国的总统你看历届到现在为止，你们这个年龄能数出来届数，那都是律师出身的，对吧？所以说克里和克林顿在和那个布什在互相竞争的时候，耶鲁大学的人多么嚣张，他说我们不用，谁都不用支持，反正都是我们耶鲁的学生啊，上面都一样啊，都是搞法学的。那么这不是偶然的，在西方职业政治家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就是大学里经过法学培训的人。中国现在也开始了，中国是这样的，首先是技术治国，都是学工的，慢慢的就开始了。现在已经超过50%的是学文的了，啊，我想这第二阶段啊，学管理、学文的、学经济的，再一阶段就是学法律的。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学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有生之年，100年、200年，我想应该是学法律的人去治国。当然最后再升华，那我的想象力就不够了，也可能是学艺术的吧，让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啊，这个国家。非常和谐，走着路都唱着歌跳着舞，那可能更好。那现在美国开始演员也开始了嘛，是吧？昨天晚上施瓦辛格在清华大学在做了一个讲座，我看也很受欢迎啊，是吧？各个国家可能都不要，但是首先应该是法治。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说，那为什么学法律的会治国呢？因为它有几个特征。第一，法学培养严谨、多元、敏锐、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这是法学的特征。有这几个素质，它能治理国家，这是治理国家和治国的基本素养。严谨就是凡事必须讲法律依据，法律依据就讲，对吧？政府是未经许可的、未经授权的，不得而为。公民的行为无法律明文禁止的，就是合法的。要约束权力，要尊重权力。约束权力是那个力量的力啊，尊重权力是利益的利。这就是学法律的一个基本观念。多元是什么呢？从多方位全面思考问题。法学培养的方式、学科性质、法学工作者从事的职业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每个法律人都会有多个社会角色，都会换位思考，会逆向思维，在差别中找到同一的客观事实，实现公平正义。在看似公平的现象中能够发现真正的事实上的不公平，从而实现公平，这学法律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什么事情难不住学法律？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法律，你应该是不做任何准备，我让你讲话，你站出来就能讲，你每讲一句话就能够作为依据，敢于面对镜头，是吧？
我让你写，你提笔就写，写出来就应该能发表出去，应该是言之有理，你缺乏这个基本特征，对吧？随时可以展开任何辩论，在任何看着坚不可摧的结论面前，能掌握他的对立面，能够批判他，批判精神，在大家打得一塌糊涂，打成死老虎，你应该把他救活。你们看过很多电影的律师，是不是这样子？你又不一定是，大家注意啊。律师啊，站到法庭上不代表公平正义啊，代表什么呢？代表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必须清楚的。那个时候代表的不是社会责任感，是当事人委托的义务必须完成，基本的。所以说，你当原告辩护的时候，一定要证明原告无罪或者罪轻，不是原被告。罪轻或者无罪，你当原告代理人，一定要原告实现他的诉求，应该每个诉求都是有依据才行。大家肯定会说，你会不会人格分裂？不会，这是素质，基本素质。为什么呢？我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治原则，同时也要有一个道德观念。我说人不能没有良知，不能像某些法学家啊，拿几千块钱胡乱论证，说胡话。那就不行了，很不受欢迎。现在有很多著名法学家受到很大危害，我很看不起他们。尽管我也认识他们，跟他们打交道，我很看不起。没有良知，为什么呢？他不是代理人呐、啊，你是律师那样讲，我非常理解。你是专家呀，你得站到公正正义的面前去裁量一个案件，你怎么这样胡说八道呢？是吧？你那么不值钱，2000块钱，做个法学家，200万都不应该买得住。当然，我听说可能拿了30万，那太不值钱了。法律那么不值钱，不应该这样，是吧？但是，作为律师的时候，你就应该这样，这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为什么呢？对方律师也会这样做，这样把所有的事实真相、所有有利不利的所有素材证据才能展现出来。你不要考虑那么多，谁在主持公平正义呢？在台上坐的那些法官，他自然会主持公平正义。如果你在那主持公平正义，要法官干什么？要检察官干什么？律师，如果你要证明你当事人有罪，你赶快下去，这一辈子别做律师了，极不道德。所以这个学科，它就有特点，就是多项的。我站在你角度能讲，站在他角度也能讲。你比如说我吧，我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历来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我不给那些侵权人做代理，但有次啊，他左找右找找各种人，我还是代理的。我担任以后，我还替他说话，我把那个权利人打到最后都败了，都没有真的败了，就实质上败了，名义上他胜了，实质败了。为什么呢？他诉讼请求要700万，我们确实侵权了，我就要证明不侵权。但我说我有个基本宗旨，律师你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证，对吧？那大家说，那你是怎么保证呢？咱律师可以不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但可以不说真话，知道这个意思吧？对吧？我说我的当事人无罪，我知道他有罪，有罪是真的，这个真话我可以不说出来，对吧？但是我不能说我做个假证证明他无罪，这不行。那你律师你缺乏道德，职业道德。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养了那么多人都去主持正义呢，要你去管，你这个角色就这样的角色，所以角色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那个原告最后很失败，他要700万，他就不会论证。所以完了以后，我就告诉我的当事人，你是侵权了，我保证你，你有什么要求，他你给我拖1年半，我说没问题。然后说你让他最后能让我用，我说没问题，我敢保证啊。然后你说少赔点，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先问你，就说这个技术，如果你买需要多少钱？说我买需要70万。好，我说好，在1年半以后，70万以下。让你继续使用，那你就等于赢了啊！你签了2年侵权都不算了，等于说，我就算做到了，是吧？那有很多技术问题，他现在很沾光了，是吧？那我一个助手把这个小孩撞了，自行车撞了以后骨折了，骨折以后按照现在的法律赔偿1.5万就够了，当时非要2万，我说你给他2万，他说我坚决不给。然后发生矛盾以后，你知道北方人很厉害，北方人不他他爱讲理，他讲理他不论证。
讲不通他就要打架，要么打不着你我就跳楼，我就自杀。所以说西安很厉害的，我交大已经是今年死了4+4了，已经8个人了。为什么叫4+4？时髦嘛，现在都是几加几，主要是啊。那么西安，你像西安中院和陕西省高院每年都有跳楼的，现在所有的窗户都贴，都把那个钢架都护上，护栏都护上了，对吧？每年有跳楼。这个南方就不一样，广州打败官司，他说：“哎呀，这次输了，这一单输了，下一单我赶快把钱挣回来。”西安人说：“我输了，我就死。”那你看，这北方人就这毛病啊，他是不发达这种表现，这个处理思维方式不对劲啊。那么我遇到这个对手就这样子，他说：“你如果你不给我凉了，打官司。”后来说打吧，我说打完以后你不会沾光，我不相信共产党天下法律不讲理，那就试试看吧。我给他拖了2年，最后还是15000，比13000，他少2000块钱。还是我非常同情他，我这人很有良知的啊，非常同情他。因为我那个助手呢已经出国了，可以让他找不着人，可以让他完全没办法执行，但是不像话，教训教训那个不懂法律的人就行了啊。后来他得出个结论说：“哎呀，我这一辈子不和律师打，再不和律师打官司了。我给你找错对象了，这些人打官司，我把所有的程序全部要用完，把你拖的呀，对吧？首先一上来诉讼，管辖本来没问题，所有律师都先打管辖，一送传票送不着，给法院讲你送错地方了。尽管我在这个地方住，但是我实际在南边我租了个房子，已经住了1年了。我的居住地和长久居住地是不同的，按照法律规定，在住长久居住在1年以上的应该作为居住地，那你应该发到那里去。你发过来了，对不起，这个管辖区在另外一个区，不在你们那儿。我希望你能够把案子转过去。说你们真是这律师太不像话了啊！那我的权利啊，程序权你不能剥夺，转过去，他就不转，不转可以啊，你不能说句话，你给我出裁定，他有要出裁定，出完后我要上诉。说你有什么好上诉的？这明知上诉没用，但是我的权利不能剥夺，上诉到上级法院来回送送，这一个多月又过去了，是吧？一审完了以后判了，我要上诉，你不能不让我上诉，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所以说，是他是多角度换位思考、逆向思维，在不同里边找到相同，相同里边找到不同，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多元、敏锐，这个敏锐性啊，搞法律的人是非常敏锐的。他指注重对任何社会现象、法律事实特定时空的捕捉，应当捕捉最佳时机和最佳的地点。特定时空的事件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不同国家、不同主体的影响、效力等等，法律的边沿和界限，法律人的独特的思考方式，别人不具备啊。我说学公的在这方面，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怜的，真是。你看，我随便举例子啊，我真的觉得可怜。我们那个老校长，当年我们管理学院向外借了一个40万块钱，打官司告来的，告来以后。就因为一个章子，管理学刻了章子，这个章子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啊？你们知道章子应该是多大的？我们一般的章子印章，说不清啊。我们章子规定很清楚，国务院是6.0的，这个部委、省政府章子是5.0的，中间看国徽，其他的是有4.5的。极少除过政府不看国徽啊，看五角星啊，一般企事业单位是4.2的，比如说你们学校就应该4.2的啊。那么中间看五角星，一定是简体文字，从左到右环形，这就是印章，这是法律规定的。我们管理学印了那么个章子，结果导致人家不认识，以为是个法人章，这就是法人章。什么叫二级章呢？内部职能章呢？内部职能章就后半段那个，它那个单位名称是从左到右横行，听懂吧？比如说法学院，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下面横着法学院，是吧？这就对了。结果他就盖那么章出去出问题了，我们校长啊，原来还有这样规定。好，从现在起，我们西安这种章子一概把五角星挖掉，这现在都挖掉了，现在没有五角星了啊。第二呢，都刻的小小的。都刻成3.8的，
所以我们都是3.8的房子。为什么做呢？那这样呢，就别人就认识了，就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把它刻成个扁的，刻成三角形，只要你盖到那个合同上，单位都要承担责任。它是个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你单位承担责任啊，是吧？我们有个副校长，在这无锡法院把他告了，告了他就没去，判他30万，然后30万下来，判决下来找我。他马上你看这怎么办？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人家判了30万，我怎么？他说他告我，他就没道理，他没道理我就不理他，他给我发传票我就不去，他觉得他很厉害，他不去，结果缺席判决，缺席判决。我说你再不去，这就生效了，生效以后要到叫他来划钱，他敢划？哎呦，我说你这是说这话，人家怎么不敢划？哎，凭什么不敢划？法律文书生效以后，交大有的是钱啊。交大的钱，在你账上是种类物呀，你分不清楚这哪个是学费，哪个是科研费，有时候不能划了，直接就划走了呀。他说那怎么办？赶快打二审吧。后来他打二审给他打回来，说这是校长的水平，所以我说可怜啊。我走之前，我们校长是个院士啊，水平很高，我们校长非常厉害，从来说话是说一半。工科院校的校长都是院士，不是院士。院士就应该当不了校长，但是都是这样的。但是他遇到问题了，他求我了。我们校长一般不求人的，什么问题呢？他是搞这个人工智能的，他搞那个太阳能车，结果着火了，烧了，连房都烧了，连他车模型房全烧掉了。烧了以后5天7天时间都没找到我，他认为他很有办法，什么原因呢？他通过科学精确的计算，是电池爆炸引起的。这个电池是深圳加工卖给他的，花了9万块钱，非常生气，把他们传过来叫过来。结果人家派了个电池专家，中国一流。我那一坐，把他们的院士说的闭口无言。为什么呢？他买那电池，说明他不懂电池，是吧？人家来个电池专家，他技术肯定说不过别人。人家专家说的无话可说，他们非常生气，都要跳起来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再找我，我说这个非常的，说他很能说呀，我说没关系，他所说的一切在法律上对他都是不利的证据，你懂不懂？这叫法律，让他说嘛。他明天跟你参加谈判，我说明天我不能参加谈判，你就不懂，你这个谈判人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你增加一个新人他就会引起注意，知道吧？我只告诉你们一点，明天你刺激他，让他继续说，把他所有的音都录下啊。我们今天咋不懂这个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电池我们正在研制之中，对吧？科学研究总是有收获的，你们应该理解，你应该搞科学应该理解。他把我们批评了一通，是吧？电池你们买的，你自愿买的嘛，是不是？情况你都了解吗？而且我告诉你，不是电池爆炸，你没有证据，只有电池爆炸。我给你分析，这个电池一定是内部短路引起的。讲了一大堆的原理啊，把他们讲都晕了。说电池不叫爆炸，我告诉你，现在试验区爆炸不了，是短路引起爆裂，爆裂引起明火，明火引起燃烧，燃烧时间是多少分钟，导致这么大的火势，说明你救济不力。哎呀，把他们批评了一通。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跟你说两点。第一，他卖的电池叫产品，懂不懂？是不是？我不是研究电池的，买那个中间产品来研究来了，爆炸了正常。我是最终用户，是消费者，懂不懂？这是法律概念。他叫产品，产品质量责任法规定，必须保证用户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我管你什么技术不技术，是不是？从法律来讲，法律责任倒置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证明你电池没有问题，而我不要证明你电池有问题，只要说明是电池引起的，我的证明责任就够了。你要反过来说明我电池绝对不会引起各种这种情况，高兴的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不能证明。”我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义务就交给他了，他证明不了。”那校长说：“你们赶快把马老师的话记下来啊！”明天就这样，啊，他跟他谈技术，
这些问题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我就觉得确实很可怜的。然后从那开始他眉开眼笑了，他说那我这要赔偿了，我要赔90,000。我说你不要随便乱说，你所说的话也要作为证据的。损失赔偿是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只能处理一次，你不能说哦对不起我算错了，我算应该是130,000，那就不行了。我说你别着急，你告诉他我全部损失让你赔偿就行了，他知道全部是多少，你慢慢算呗。所以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不一样。我说其中还有很多技巧问题，他不懂什么技巧呢？他订个合同，人家深圳人很聪明，肯定有法律专业，后面给他订个合同，后面有一条，如果发生争议，提交中国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啊，提交哪个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设在深圳的分委员会仲裁，国际仲裁委员会总部在北京，分部一个在北京、上海，一个在深圳，放在深圳。我说你们又完了，这是似是而非的问题，放到深圳仲裁，你们必死无疑。校长上连用调查员又不行了，说这怎么办？这肯定完了。我说我给你想办法，你别害怕。我让他知道法律的创造性思维跟你不一样。我说明天谈判的过程中，你们始终永远记住，都不要说合同这两个字，都不要说，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一涉到合同就必须仲裁了，是吧？我说如果对方说合同，你就说两句话。第一，合同公平啊，非常公平，合法有效，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合同履行完毕，没有争议，两句话就行了，什么也别说。这样将来怎么办呢？我在西安给你起诉，我告什么？告侵权嘛。侵权你又没有约定，可以起诉啊。合同纠纷就不能起诉，只能仲裁了。产品质量导致对财产人身的危害，属于侵权责任。产品质量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我就可以起诉，就把它劈开了。这就是技巧。我说，但是你千万不敢明天。他说，他说我明天告诉他，不行就法庭见。我说错了。哎呀，我很高兴，我能这样指责我的校长，我很高兴。没人敢说他错了。我说他怎么又错了？我说 你绝对不能告他法庭见。这句话已经隐含了你要打官司。对方律师一听以后就会想到我这个思路，律师很容易想到啊，不点他这种秘密他想不到，他会死死抱住那个合同。好，明天你记住，谁都不能说法庭见啊，都不能说啊。有这种方法技巧，其实很多啊，我只给大家举，大家比较容易听懂一些事情啊。这就是多，要多维性、多元性的这种敏锐性的思维方式。再一个就是就创造性，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框架，遇到任何问题不能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死规则如何能够用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具有创造性思维，要跳出现有框架。我刚才讲这个就跳出现有框架，寻求新解决方式，不断推动社会规则的合理化，是法律人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特长。所以律师啊，管法律人啊，他不断推动司法事务不断向前走了。再一个，这个法学呢，为治国提供了科学依据，所以它是治国之学。首先是决策依据，这国家的建设的依据啊，决策依据。我们国家你说到底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几年变化很大，最大一点变化就是依法治国这个思想。啊，你不管讲他们讲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什么三个理论，毛邓三啊，这理论，这里边呢都有法学思想，都很完整的。那马克思、那列宁啊，那大学的时候就是学法律的，就是法律专业。啊，他们所有的理论啊，都具有居高。非常高的这个学术价值。那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他批判所有人都会批判他法律的，比如说法动论批判杜林平等自由思想，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是吧？他1844年的手稿里面，哲学经济史手稿你没有看，看一下，那对这个启发很大。异化思想里面就有法律异化、劳动异化、人的异化、法律异化，这是非常有深邃的思想。很多人没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不了解。我是本科学过哲学，所以我对这个非常了解的啊。毛泽东，连毛泽东最不讲法律，他都懂法律。你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使用过法律。你说宪法没用过，宪法用过，没在法庭用过，毛泽东用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拿两本书，啊，左手拿着宪法，右手拿着党章，说刘少奇，你作为国家主席，你应该在宪法之下遵守宪法。
主席的宪法里边规定的，你作为党的领导人，你应该遵守党章啊。当然了，他作为工具使用了，这不是我们法律讲的应该的一种境界啊。但是也都在使用，包括三个代表的思想等等里边，始终贯穿了依法治国、民主、法治的思想。所以现在目前重大决策，我体会很深，重大决策都有法律。比如说最近啊，知识产权战略提得非常高，知识产权战略。我最近2年我在做863，这个全国啊搞法学的没有了啊，我在做863，我感触非常深。国家科技部啊在搞什么呢？大家知道软件产业在中国啊非常落后，非常心痛啊！中国有几个产业非常心痛，我想想，这都与法律有关系。中国没有汽车，是吧？中国没有飞机，我们都用人家的。我们过去没有手机，把几千个亿送给老外，可惜不可惜？中国这个市场，实际上任何东，我们自己都应该可以独立自主的，就我们整个法律框架没有强制性规定，非常可惜。不是中国人不聪明啊，不聪明，你为什么会有神力？我将来会有神器呢？那飞机不会比它难，是吧？我们有火箭，我们给别人在发射，我们为什么会有船呢？是吧？就很复杂。当然呢，中国人有船是因为中国的批判刘少奇的结果。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当时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说买船不如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吧？但是把它一批，批了以后没有人再敢这么说了，然后就自己造船了。我们的船现在很厉害，向国外出口了，是吧？我们能造原子弹，还造不了汽车，整个产业政策有问题，软件更可怕，未来所有的产业都与软件有关系，中国软件非常落后。那么，凭我们自己，这就我们内部说啊，凭我们自己从头开发软件，永远赶不上国外。我们想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可能，怎么办呢？要使用开放源码软件。这个在座的有没有搞软件的？有吧？开放源码软件它是不要版权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玩开放。你微软不是要卖吗？那美国另外一个人他就说，我这个开放的，你们都可以使用，但是我给你付个许可 GPL 许可证，你们在上面都可以研究，研究完后你也得开放，大家都可以用，在这个平台上大家都可以用。所以中国要用这个东西，但是花了很多钱，像红旗软件，它就全部用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用这个，包括军事上都在用。科技部都是很担心，说有没有专利问题，有没有版权问题，就立了个863计划，叫做开放源代码软件 GPL 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及其法律相关问题，我们就做这个课题。所以我觉得他有个基本思想，说不要我们投了很多亿进去，比如10个亿、20个亿进去以后，发现侵权了，那完蛋了。我们现在是 WTO 国的成员国啊。那我们软件就彻底就要崩溃了，我们所有钱都投到上面了，就我们侵权了，怎么办？所以要进行研究。所以国家宏观决策、重大决策非常重视法律的，这个我感觉很深。第二呢，法律呢它是程序模式，它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呢，首先要有法律保障，没有严格的程序就没有办法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程序化。比如说选举、重大投票、计算票等等。都是要有个严格的程序，美国选举都是因为程序问题诉诸法律，台湾的事件最后也出现诉诸于法律等等，这就是法律能解决问题，别人都解决不了，这就是司法能解决问题。再一个有保障措施，你正确的决策、国家决策最后怎么实施、怎么保障呢？你错误的决策，那危害后果怎么救济呢？必须用法律的方式，强制的方式，保证你的正确的实施，保证错误的能够得到救济。所以说它是治国之策，所以说法律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当然现在有点乱了，我从两个方面讲，法律是培养精英的地方，不能太多。目前一年39万人招生，十年300，就你就说30万吧，十年300万，我哪放啊？如果都是精英怎么办？但是不可能培养那么多精英出来。所以法学教育确实应该大上，但是呢，一定要控制规模，要进行精英教育。我认为是这样的，你都治国之才，你不能出来和一般人一样，不行。所以我非常看重什么呢？以工科为主的这种学校的法学发展。你像清华是一个模式，上海交大是一个模式，
这个华中科技大又是一个模式。我认为啊，将来可能会形成北清华、南交大、中华工，形成这么一种角色，很厉害。一旦培养出来高层次的复合型的人才，法学就会向新的方向发展了。传统的这种法学教育，它的前途是很有限的。我对搞法律人这么讲，我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清华吧，我不敢诽谤清华，我看你们这地方有个录音笔，我很害怕，不要让清华人听到了。清华呢，他也是搞，本来要搞交叉的，全国挖了14个教授，结果没有做成。什么原因呢？去了以后都是各干各的事儿，都会做他原来最熟悉的、最轻松的那个领域，不会交叉，没交叉起来，我认为比较失败。上海交大现在也是空降兵，挖了很多人。我本来9月份要去的，后来我这个人很容易，我很爱学习，经常会大彻大悟，我又大彻大悟了，我不去了。为什么呢？我想通一个道理，你去的人以后都是单枪匹马，都很厉害，但是谁也不愿意，第一他不许你把团队带过去，不是团队，是梯队，不许带过去，我不能把我助手带过去，他只挖你一个人，你没有梯队了吧。第二呢，形不成团队，每个人都不会作为另外一个人梯队的，都不愿意，都是自己独立的，做完了以后分割开了，总体实力呢，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也不等于一的可能就变小了，就这种模式可能不是很好，要立足于自己，只要你思路对，像这种工科院校一定要交叉型的，我就动员，我现在已经给我们的软件学院、生命学院、电信学院都讲了，你每年每个地方给我送来，你我保送指标都给你，你给我保送，把你学生保送给我，只要你是优秀的，我说很快就出来非常强的人才。这个学工的人啊非常厉害，我的学生啊，我就说老实话，我培养了，我带硕士已经带出了100个，100个还多，我带的品种比较多啊，我有法学，我有 MBA， 有 MPA， 因为我这个背景，学科背景比较多，我带了很多学生，出来的比较厉害的，比如说凡是科技法学工出来的，我都把他拿出了，联想、中兴通讯、这个移动。华为，这法律顾问都是我们学生啊，不是全部，就都有我们的学生，干得非常之好。他完了以后，他回来跟我说这么句话：“他马老师，你当时跟我说我们有优势，我根本不相信呢，我们有什么优势啊？”他说我去了以后，3个月之前我没发现，3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们的优势简直好得一塌糊涂。为什么说呢？他说有一点我们不如北大，不如人大，为什么？他们很会吹啊，很会吹啊，他们都指挥我们呢，开始。这就是不同特色，他们能培养政治家就这样子，他有领导意识啊。交大和华中一样，或者人都很认真，干活都很厉害，所以一般都说，哎，交大学生很好用，可能华中也是啊，你们学生很好用，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呢？他们倒都知识产权问题啊，学工的很容易产，当然学工要结合好，要思维交叉，不能知识交叉啊。知识的多少不决定人的素质，所以我今天讲素质，就素质不是由知识决定的，是由思维方法决定的。有人很有知识，但是没有素质，这个都一定要。有些是博士生，他也不一定很有素质。结合不好是两个知识的结合，就变成双学士了。双学士和硕士的水平差了一大截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理工院校。一定要培养什么？别说基因立法，你搞法律的人去啊，他一辈子就老在那转来转去。你搞那个民法去，民法人一开始就从都要从罗马法说起，否则你没话可讲。这种研究方法极其落后，不行啊！啊，一定要我学校，你我不知道你没看到，交大的法学论文绝对和任何地方不一样。我绝对不允许你给我任何一个论文先从那最基础的概念，从罗马法说，绝不允许。你都给我直截了当，是吧？研究什么问题，先把周边给我搞清楚。把你起点给我搞清楚，说工科的有些方式非常好，一方面我骂他们太严，一方面很有好处啊，一定要跟他们结合，能出人才。而且我再说句话，我送这些学生最后都把这些单位炒了，这别人都进不去单位，他都炒了，都干什么去了？都去做律师去了。律师是一个没有顶的那么一个行业，你有多大本事都能发挥出来，这么个行业。当然有两种人，
一种人没饭吃，学法律之后我混个律师当一当，这种人很可怜的，永远在底层去扒拉那个钱那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我什么都干过了，我把最好单位我都不要都炒掉了去干，那绝对有实力。比如说在国外法制办原来那个科技组的那个就叫金玲，那是我们学生，他现在就是给英国罗斯做中国的代理，在上海一带做中国的代理人，总代理人，做律师啊，做知识产权。我广东移动通讯是我学生，把移动通讯，那别人进广东最好的根本看不上，什么30万50万年薪根本看不上，出去做律师，非常非常厉害。我联想的法律顾问，我的学生也是海外总代理，他国外最没意思，我不愿意在国外待，回来以后直接就辞职下来做律师，第一单拿到美国一个单就200万美金，他你就没法比，这个律师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有专业背景，太厉害，别人做不过他的。不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出来跟我讲是吧？根本没法讲，就我不是学工的，我有工科背景。一上法庭以后，别的律师张不开口，没法张口的。我打过个建筑官司，上面有什么？就是个建筑，一个打桩的一个打，这个摘那个基地打桩的，这么打桩技术一个专利。一上去以后，对方念名词念不到一块去啊，是吧？因为那黄图显示一个室内，是吧？那个几密系数什么，他根本听不懂什么东西啊，是吧？他没法跟你对抗，这是优势，一定要利用自己优势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大问题，法学专业、非法学专业，法学在非法学专业综合诉讼培养中作用。我首先要讲，法学是各类专业人士综合素质的必要素质、必备素质。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呢，就是现代人所必须的具备的一个特点，就综合素质，不是单一素质。单一素质非常容易，单一素质很容易，比如说现在小孩都爱，家长都要去弹钢琴，是吧？那是个单一素质。我一再告诉他们，我坚决反对我的小孩弹钢琴，买了钢琴我都没让他弹。为什么呢？我说弹钢琴会弹钢琴和素质没关系。我招了个特招生，钢琴特别厉害，他教出来的学生都是十级以上。但是呢，我告诉他，我说你再这样教钢琴，我就立刻就不要你了。他老老实实最后好好的毕业了。就我告诉他这个没有关系。他说我能挣钱。我说你弹钢琴教钢琴一天一节课150了不得了，你能挣多少钱啊？是吧？你能跟法律比，是吧？你对社会的接触，对综合素质提高，你能不能跟法律比？你要是江泽民会弹两钢琴出去一下比，那可以，那就表现一下可以，是不是？那不代表你说你综合素质有多高，而且他们讲理我都驳倒了。他会弹钢琴的话，为什么很有情趣呀？是吧？能够释放呀。我说我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弹钢琴的人说会弹钢琴说我很郁闷，郁闷得很。然后我弹钢琴，我释放了，释放掉了，也没有一个人说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弹上钢琴，我自我欣赏一下。没有，我问过很多弹钢琴，他没有，郁闷以后就不想弹钢琴了，高兴以后也可能到酒吧去就不弹钢琴了，这都没有关系的。运动员、歌手，各种技艺性的素质，它都叫单一素质，对吧？这种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都是单一的，单一素质谁都有，对吧？也很容易取得到，但是这些人呢，一般的话，总体素质综合都不好。我每年都招特招生，特招生啊，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我那有跳水的，有游泳的，有打篮球的，都很厉害。我特别打球的，我都不敢站他们跟前，但是跟前没他来给我，他我说你坐下，我站着，他站着我就要看天了，看不上。他们综合素质其实都不好。他为了学法律呢？法律他认为这个学位很值钱，他们可以挑选嘛，对吧？我说你们对我法学影响很坏，为什么呢？你们出去都说你学法律呢，那么教他法律还有什么意思啊？是吧？而且他们身体素质也不好，你说哪个运动员身体素质好？所以别人说马老师，你什么秘诀啊？说你身材保持得还不错。我说秘诀就是我坚持20年不锻炼。就这个秘诀，你什么道理呢？我原理很简单，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坚持下来。当你停下来之后，你所做出的这些锻炼，最终都要给你返回来，最后都要作为果报报到你这个后面这一段。
你身体素质就会很差的，到最后，运动员就是这样，没有一个身体素质好的，最后都完蛋，是吧？你看看，只要他从运动退下来2年，你再看他的样子就不成样子，是吧？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别动，你要适当锻炼啊，你们要适当锻炼，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单一素质的都不能代表个综合，人家看着看综合素质。我说我那个学生啊，我说你钢琴弹得好，你还不如字写得好，你还不如语文学得好，你还不如表达能力好，这是综合素质的表现。我做过很多实验，这是综合素质表现。我说你开庭的时候就要你这些基础素质。你们说法官，我会弹钢琴，我给你弹段钢琴吧，是吧？我做过西安交大那个总辩论，当时总教练，辩论总教练，当时我就带到武汉辩论过一次，我就发现我那些学生啊，综合素质不好，我跟他教的非常之好，到最关键的时刻，他还会讲他平时讲的那些话，你们会体会体会，一着急把平时那些最熟悉的话，最不该讲的话就讲出来了，为什么呢？平时锻炼综合素质好，综合素质就是习惯。你说你单独的时候，这个人精明，这都是动物都有。你说这人很会发怒啊，这个也是，那狗都会，是吧？谁不会发怒啊？你说这个人很精明，猴子也很精明，是吧？而且猴子是懂经济学的，跟人一样，猴子很懂经济学。中国人又不知道研究，这个耶鲁大学一个人就专门研究，而且发表在这个《新科学》杂志上报道。他说，猴子懂得经济学原理，他像人一样害怕投资失败。他做过一个很好的实验，他给猴子给他硬币，先让他分清真币假币，然后让他买东西。猴子会用硬币在人手里买，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黄瓜。当他就会用更少的钱买更多的、更好吃的东西。当黄瓜降价以后，苹果降价以后，他就不买黄瓜，他就会用同样的钱买更多的苹果。他就懂这个，而且他知道他害怕失败。但是比如说跟他赌博，他设了两套这个赌博的方案。第一套就是说，你只要投一个硬币，就必然能得到一颗葡萄。这是一套方案。然后第二套方案就是，你投个硬币，有50%的可能性能得到两个葡萄。猴子绝对不选第二套方案，他一定选第一套方案。他先投硬币，先拿到那一个葡萄。所以他非常精明，他不像人一样没那么贪婪。就他的选择一定以第一次所获得的多少来决策他的投资。为什么呢？他怕失败，他失败了以后他会非常难受。他有感情，这是个诺贝尔原理。我跟你讲的是。2002年，诺贝尔获得者卡曼尼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它是什么原理呢？就这个原理，经济学原来那个根本就不科学。我经常骂，但是人家因为咱没有很好的根据批判他。经济学有两个假设，是吧？第一，人是经纪人，是吧？第二，人是理性人。那明显就不是这样的。但是咱们驳不倒。那你不能说你假设建立个假设基础上，那你要考虑啊，有很多人就不是这样子，而且你要讲条件，在某些条件下，多数人不是这样子，对吧？你比如说，有些人会在2月14号10块钱买一朵玫瑰，你说这个东西这经济吗？这理性吗？那很明显不是理性消费嘛，是不是？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影响，人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比如说，他为了5块钱，他上当受骗了，他打车打30块钱去要不要讲那个理，后来他就亏掉25块钱，他还愿意干呀，是吧？这肯定不理性啊，也不经济啊。但是咱们呢没有这个论证，那么这卡曼尼呢，他是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了，他用大量的实验，所以这个自然科学他讲的这个东西啊，实验重复。自然科学最基本原理就是重复，就是通过重复。大家知道，现在批判的伪科学，就是你不能重复，能重复得到预期结果的，能重复的就是科学。这个重复就是要通过不同的试验，它这个结果得到这么一条原理，就是说，一个人
得到相同份额的喜悦或失败，相同的以等同单位的，那么他的喜悦感和失败感相比，失败感比喜悦感更强。这个我表述清楚了没有？没清楚啊。只要你得到，我这么讲，你得到相同份额的奖励或惩罚，你得到奖励的喜悦比不过得到失败的就痛苦要小，失败痛苦要大一些，这懂了吧？比如说你们大家今天要来听课啊，你来听课我给你发10块钱，你不听课我要罚你10块钱，你说听课来发给你10块钱，没有人来，对吧？10块钱无所谓，但你不听课我要扣你10块钱，他就要来。为什么呢？他失去10块钱的痛苦比得到10块钱的痛苦要大得多，那这个幸福要大得多。所以这就他就这么个原因，这么简单。这简单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但我们没有论证。所以这个猴子呢，他也就是卡曼尼这个原理，就是说成功的喜悦感比失败的挫折感使人产生的心理波动大小是不一样的。他坚决讨厌失败，失败他太承受不了了，他一定要哪怕得到小的这种成功呢，他一定要先成功，坚决不敢失败。但是这就是所以说我说这个单一素质啊其实都有，就人和动物是相类似的，综合素质是很难得的，单一素质很容易得到，最终决定人的胜败的东西那是综合素质，而不是单一某一个素质。所以说目前的人呢一定要注意综合素质提高。我可以举得很多例子说单一素质的它不是很多很多，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我就要讲一个知识和这素质没有关系。我认识我们那一个人，是我们那个国资局的一个体改处的处长，当时股票上市是三大剑客之一，国有企业上市就要他搞。这个人呢，那个知识我见过很多人啊，我见过知识最丰富就这个人，我们只要跟他坐一块儿我们都没话说了。他就那讲他的知识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你说什么他就能说什么，都比你懂多，就是这种人。你说讲地理，他把世界地球都讲的好像他哪个路都知道，就这样的。你从哪到哪里，哪个最捷径，坐什么飞机，倒什么火车，他都知道。你说历史，他又肯定告诉你，他能讲哪个皇帝生了哪个皇帝，他能够讲出来。这个很复杂，中国搞历史都搞不清楚，特别到清朝那一块什么贝勒格格这些关系，他都搞得很清楚。你说这个民族，他就讲你这个民族从哪来的，先从哪里，怎么演变过来，然后到甘肃，怎么到西安，到陕西，陕西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什么状况。我们都真的很奇怪，但是这个人综合素质不高，为什么？他素质高，他就不用这个表现自己。所以我说这个人神经病，我说这是怎么会这样呢，是吧？结果没过多久，这个神经病就跳楼自杀了。他这个知识太丰富了，就是曲高和寡嘛，实在找不到什么共同源的人了，可能就跳楼自杀了。真的，这种表现力太强，真的，类似的人很多，确实和综合素质有关。综合素质其实我说咱们算不出来，它有个比例的，就你不同哪些素质你必备的。就我今天不讲那么多了啊，但是最起码你哲学素质要有，然后呢法律素质要有，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啊都应该有点宗教方面的基本素质，否则啊你跟世界很难对话。咱简单的讲，目前世界上信上帝的人最起码是7-8个亿吧，是吧？那个相信轮回的人还有3.5个亿啊，是吧？那个伊斯兰有多少个亿啊，也有5个亿啊，开玩笑呢，世界上有多大，人家都是白痴啊。所以你还是要，你不能盲目的说你一定要有综合知识综合素质，否则你离开就很可怜的。你这个当时那个谁讲过，这个在埃米尔里边他写过，他说你离开你这个场所以后你将来没话可说了，你将格格不入，你有什么素质呀？你和社会不能融，你有什么素质，是不是？所以综合素质我第二点讲，就是综合素质中法律素质必不可少，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都要有法律素质。当然不是说都精通法律，如果那样的话法律就不是科学了，如果那样的话法学家律师就多余了，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学科，那还有随随便便什么都掌握，那叫什么学科？说素质就指的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基本常识。最近我说经济学家吧，
最近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吭气了？为什么失语了？不是很活跃吗？原来？为什么？在法律上出了问题，他们根本不懂是非。香港做过调查，中国的经济学家做过调查，最后调查有多少？有多少经济学家？嗨，五个里没有，最后没有承认五个，只有一个。猜猜看。不对，谁？你们数数看，你们知道懂了几个经济学家？没有他，谁？没有，没有，就吴敬琏一个人，就吴敬琏一个人。咱们我们完全可以不相信这个东西，这无所谓啊，因为社会调查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但是反映一个问题。他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说就出在法律素质上。我认为，这几个人我都听过，他们的什么讲演什么我都听过啊。吴敬琏是很严肃的人。你看吴敬琏做独立董事啊，他很有选择的，他自己办了那几个地方，他不做。其他的经济学家嘛，那真是经济学家，只要给钱就干。他吴敬琏最起码懂得法律责任啊。他们竟然会发表一些不符合法律的这种议论，那是非常可笑的。比如说某个人犯了罪了，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呀。从经济学来讲，应该追求什么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人就不能做经济学家，没有是非。所以他们现在不发表了，没话说了。张维迎绝对不再说话了，就以他为主乱说。社会学家的尴尬，为什么呢？不懂法律，只相信社会调查，很尴尬。举个简单例子，二奶杀手出在西安，听过没有？二奶杀手专门调查婚外情的这么一个组织，叫调查机构，俗称为二奶杀手，社会调查机构。一个女的因为跟她丈夫发生纠纷以后，她丈夫有婚外情，然后由此产生一个大抱不平、社会责任、社会义务感油然而生，成立了一个婚外情调查事务所，姓张的一个女的。结果，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注销了，生存不下去，没一个人欢迎她，欢迎她的人都是跟她一样的人，这种是社会的少数，绝对少数。你想想，这里面有法律问题吗？我坚决反对。我专门做过个片子，我们这个片子我是2004年做过，他们做过开坛节目，我做过。我和一个女的，她搞社会学，我是搞法学的，我们俩在这上面唱反调。我坚决反对，第一是非法机构，尽管你注销注册了，但是你是非法的，为什么呢？你是个调查机构，你行使了侦查功能，侦查只有公安有。第二，你侵犯别人隐私权，你每个人后面都是跟踪盯梢，可怕不可怕？那还了得，是吧？这国家还不乱套了，我们还有什么安全感啊？你所造成的不安全感，那比那个婚外情的不安全感那大得多。那婚外情有多大危害，是吧？你这个危害比那大得多了。你作为一个社会来讲，你要找上价值最大化的东西。结果昨天我走的时候，我又看到报道，他现在是申请低保嘛？为什么？他那个事业彻底失败了。拿不到钱，挣不到钱，而且还经常有危险。和她丈夫的第10次离婚又被驳回，那你想，丈夫被告了10次，那还能给她钱吗？肯定不管她，是吧？结果她在申请低保，这很尴尬，社会学也很支持。她就不懂法律，这种社会研究的结果没有什么好结果。这个科学技术专家的悲剧，我讲的我们的校长，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是吧？类似的还很多，你看他们来讲的时候，呀，一个个，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我说的第一副院长，他说他们讲的没有道理，都胡说八道嘛，怎么能这样呢？他当时找我们要技术的时候说的很好啊，是吧？我们都关系很好，这就是不懂法律，是这样子，他就不懂人家是商人，他是企业，企业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就这样。我说我做律师做法律若干年，我有很多体会。我第一个体会就是，
什么叫天高地厚？我这是懂啊。在座的各位，本科生绝对不懂。我在20多年以前我也不懂，我现在真的懂了什么叫天高地厚啊。第二呢，什么叫商人？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特征是什么，他就这种特征。再一个，什么叫道德？道德作用有多大？我是完全懂的。在市场经济的面前，你只能用法律武器。什么道德，什么亲情啊，统统不堪一击。什么师生关系、父子关系，都是不堪一击。不，这个社会法则就这样子的。你说有没有个别有，那是和法律无关，我不管。最后发生纠纷，通通都是这种关系发生纠纷。陌路人、陌生人交道都不会发生，打交道也不会发生，大家互相都非常知道规则。所以说，那些商人们，我受过很多骗，这是经验骗出来的啊。所以谁哪个商人再跟我说，你先帮帮我忙啊，咱们交个朋友，你别说这话，我跟你不交朋友。你找我干嘛？我有知识有智慧，你需要，对吧？我认识你干嘛？你有钱，我要挣你的钱，这是交易。我跟你交什么朋友，是吧？你要是他的朋友的话的背后，就是我给少付点钱，这是真正的意思。一定要看他的本质，知道吧？所以这些搞技术人就不懂这个，人家一说两句好话下去以后，说你技术多多么高，你多么有名，我早都听过你，我读过你的书，一切都忘了。哎呀！行了，咱们相见恨晚，我帮你吧，结果技术用了以后，他就不给你钱了，说你技术有问题。搞技术的最怕人说你技术有问题，说你无能，这最反感这句话。哎，人家打的就你这一点，那么这是技术专家，那么官员的纷纷落马，因为什么呢？蔑视法律，他不知道法律的厉害。我说这落马的官员也多了，我见的落马的人也很多啊，很高的不多。然后就是像我们那个厅局级的，我就见过很多。因为陕西发生这种大事情，一般我都会作为律师，第一个去见他们。我比较可信啊，但是我从来不代理他。我第一面见一下良知嘛，稳定一下情绪啊，稳定一下情绪，因为他们脆弱。为什么？官员是最脆弱的，官越大的人心理素质越脆弱。心理素质最强的那人，就是3次5次进宫那种人，那是最强的。你看他们发生问题很可笑的，那他们有个基本特征，就是蔑视法律，他不相信这个东西能制裁他，特别是搞法律的人他不相信。我见过几个官员在落马的时候，他们狂到什么程度啊？这应了西方一句话：“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我说无一例外。他们到最后走路都不看地，都不看路，都看着天。我随便给举一个，比如说我们那有个很有名的人，一个行长叫做曹晴，我们都很熟悉，干了8年法官，干了6年律师，当了几年仲裁员，又当了个大公司的副经理，又当了个行长。这种人呀，你说他什么不懂？从上到下，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所有人都非常熟悉。这时候就应了我刚才说那句话了，开始疯狂了。到后来我都跟他不说话，后来就跟这种人没有必要说话，因为他谁都知道认识。这种人呢，一般都是会一路成功，他没有失败教训，他不知道，他认为反正我这么做成功了，对吧？你说那天我不相信，这共同特征。结果某天被抓了，抓了以后我去看看他，他痛苦不已。我问他过程，他一说，我就说他真无知。他是个行长，又是某公司的一个经理。在股改的时候，90年代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那个时候很乱，随便都能发股票。后来是发股票过程中出了问题以后，在调查，他作为证人调查他们，公检法都有他的同学都做到处长这一级的，他的是行长嘛。有次叫他去说调查一下，我们一般的人去被调查，那地位是低人一等的，让你坐个硬凳就不错了，是吧？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进来以后的。在门边蹲下了还抱头，那有时候需要是吧？人家这位人更不用这样子，一去以后连凳子都不坐，坐到桌子上，就这种关系啊。他讲，这股票啊，股票我最了解最懂，介绍我们上，
这股票他们一直炒股票，我现在怎么炒股票说一通，旁边另外一个人，出关村还有一个人说，对不起，你说这个事情啊，刚好在我们正在调查，有人举报过你，今天晚上你别走了。他还以为开玩笑呢，哎，人家来真的了，就没让他走。第二天，一搜查，证据确凿，成为西安市最大的一个案件，挪用资金3亿。说起来这么简单，多简单呢？他是行长，他把这个钱呢，他又注册了个公司，他懂法律，他很清楚。那公司呢，没有写他的名字，别人的名字，但是章子他手里放着呢，真的是他在控制。在银行把这个钱贷到他的公司，公司把钱转出来放他股票账户，炒股票，就这种事情，简单吧？然后我就去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就哭了，他是名人嘛。他说：“马老师，我到现在想不通，我搞了这么多年法律，我这算犯什么罪啊？作为银行的行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障资金安全，对吧？我把这个钱带到我能控制的公司，最能保证资金安全，对吧？我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炒的股票现在还赚钱着呢呀！”哎呀，我那天我才知道，哎呀，我说曹兄你真无知呀，我原来不知道，因为你很厉害。你银行行长把你资金贷给你的亲戚朋友、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有可能构成犯罪，程序就犯罪了。有些罪程序就是犯，整个的过程就是犯罪，行为就是犯罪，不要结果。美国那么自由，你可以乱骂，骂可能谁都可以骂标语。那美国人都非常清楚说，我绝对不敢在飞机上说我要劫机呀、啊，对吧？你不敢开这个玩笑，这句话本身就犯罪了。你曹琴就是犯了这么常识性错误，你自己把自批自贷这银行金融犯罪里边最明显、最简单、最恶劣的一个表现，你都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哦，那如果算犯罪的话，那我算不算自首？你看多可怜，现在想着自首要减轻处罚，我说不算，你无意中讲出来的，你不知道你犯罪，你怎么自首呢？是不是？他很笨吧？他不要说，没事，人家没查他。第一，第二。他再聪明一点，你把那个章子搁远一点嘛，别在你的办公室抽出来，对吧？你那公司也没你的名字，你让他找不着、搜不着，他没证据嘛，对不对？你还有个变通的余地，还有个时间嘛。他竟然敢把那章子放在他的办公室，你没什么好说的，就判刑13年。我前两天到这个女监去，女监我们是文明监狱，我去欣赏女监去了，她在里边呢。他说下个月就出来了，他本事很大，他减了一半刑，他快出来了。所以这种分分钟啊都这样子。你看很高的干部陈克杰，这第一个是吧？这个落马怎么落的？这个刘方仁等等多了，咱们现在这一批收获很大。最近啊，很多省部级的干部落马了很多，什么问题？就是蔑视法律，他不相信能到他头上来。我专门整理了一个贪官语录，很有意思。但最有典型代表的语录啊，就是陈克杰和这个刘方仁。陈克杰到现临死之前啊，执迷不悟。他的语录最后遗言是什么？两句话：共产党对我恩重，对我有恩。共产党对我有恩，恩重如山。他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李萍吧。是吧？李萍对我有情，情深似海，这他遗言啊，他执迷不悟啊，到最后，当然他也说的是真话，说明这个人啊，那可能很多女的还很感动，听了以后，到临死的时候，李萍把他卖了，他还不怪李萍啊。第二个就是刘方仁，刘方仁说，如果我还有下一世，我一定要学法律。哎呀，我听了以后很悲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我法律只有到死的时候才知道要学习。而且已经晚了呀，是吧？而且这完全是蔑视法律啊，讥笑法律啊。他们不懂法律吗？法律要的是素质，不是真的懂哪个条文。谁不懂得贪污受贿、杀人放火是犯罪啊？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是对与错的问题啊，最简单的东西谁不懂啊？是没有意识。遇到什么叫意识呢？就最基本的素质。
遇到最关键重大问题抉择的时候，法律是冒出来的，这就有素质的人，知道吧？这是最后把握的。所以说，法律在行，不在懂，不在有贵多少。我举个例子，这个在佛法佛教里边有一个，你在听过有个楞严经，有个楞严咒，他这门学科太大了，这没法给大家讲。我说这个博大精深，那个道理不是一般学科能够比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讲道理出来啊。在这个佛的两边，大家看到有两个侍者，其中有个叫阿难，对吧？这个阿难是谁呢？是在佛教里面是多闻第一，多闻听的都最多，多闻第一。有人把他叫智慧第一，叫实际上是多闻第一。佛那个释迦牟尼一生啊，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没有，他的经文不是他写出来的，是阿难把他全部灭度了以后，释迦牟尼末地以后，他全部记忆，他是每一场都听，每一场都听，他是导师嘛，他的学生每次跟着听，他全部记录一字不差记录下来的，那84000法门是他记录下来的，那不是我们俗人能比的啊，就是他记录下来的，是不是？就这么厉害，水平之高。不可说，不可说，用佛教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么的。那么他已经成了罗汉，就是已经仅次于佛了，这么，已经是达到了除过佛这个程度，都通了，基本上就是他神足通、神眼通、他心通、宿命通，什么都通，说这种啊，已经有神通这种了。但是呢，他不注意修行，自己修性不够。有次呢，在这个化缘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个摩登前女的这个魔窟的时候，被他用大幻术把他射到魔窟里边，要坏他的戒体。那是个淫女，淫荡的女人，要坏他戒体。阿难当时已经开始迷乱了，就这是很危险的。这一迷乱以后，就一时人身万劫不复，就成这种，就彻底完了。这时候释迦牟尼正在给他们开法会，就是法会这样的啊。但是释迦牟尼不是我这样做，他做的很高，他是家父而做啊，不是我这么做的。他就说，他就看到了，他说阿难已经陷入困境了，现在他要求请这个文殊菩萨，你去拿着我这个咒子去把他领回来。他就有个楞严咒，楞严咒的佛教里面最长一个咒子，一个和尚都很害怕，就见到楞严咒十个和尚九个溜，他都害怕背不下来，非常非常长。那么一去楞严咒一念以后，阿难清醒了，然后同时把那摩登千女也射到这个法会上。他为什么做这个？这等于是一个教学方法，就是等于是个模拟法庭，模拟了一下。要大家知道，就连阿难这样的一个大罗汉，是多闻第一，谁都不能跟他比，他什么都知道，通宵、过去、未来，在佛里边那个时空概念跟不一样。他的过去那就是以劫来计算，一劫等于1680万年一劫，他一边说几劫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劫，我们的想象力不能想象，他这个是很高超的东西。但是遇到这么小小的摩登千女这么一个幻术，他都破解不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要实践，就这道理，你光懂法不行，要实践。这就是我要讲到一个什么道理呢？诱惑。一旦遇到诱惑以后，你把法就忘了，因为你没有实践过。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们没问题，当官说我们没问题，我们什么没见过，不是这样子。人世间主要是诱惑，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你有点资源、有点本领的时候，诱惑就会随之而来。那么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没有人能抵抗住全部诱惑。那么好多人在追求诱惑，那么抵抗诱惑呢，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绝对能抵抗住。就是说你不同的人可以抵抗不同的诱惑，但是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能抵抗所有的诱惑。你可能抵抗10万块钱你看不上，是吧？100万看不上，200万看不上，1000万，我得考虑了，我这一步挣不到1000万，我只能冒险了。所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讲，资本家他有100%的利润，他就敢冒着上脚架的危险，这就是这个资本论的法则，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则。所以在这个时候才需要法律素质。他能冒出来的时候，如果阿难当时一想到佛法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护，就他就没问题。为什么？
这个诱惑对他没有任何意义，诱惑不了他。如果这些官员们到时候能想到法律，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说，这就是个法律意识问题。那么企业家的败落，都是因为轻视法律。我说企业家的败落，我对企业家很了解。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现在败的也没几个了，也没多少了。第一代是凭胆量起来的，胆量非常大。到第二代，胆量越大就越怕了，要靠智慧，要靠法律。所有的企业都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做过很多法律顾问，我也做过有很多法律企业的构建，我做过很多。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你看哪个企业好，你要兼并它，我给你帮忙把它兼并掉，我能做到。你想让它垮，我可以知道它最脆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很容易。他们不知道，比如我举个例子，青岛有个亚太，很大一个电器商场，非常大，它一夜之间就垮掉了。他当时很厉害，把苏宁啊，把这国美都能挤出青岛，很厉害的。他为什么一夜之间垮掉了呢？所有的企业，它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资金链都是不结实的，资金链很容易把它敲断。它有一节链是非常脆弱的，但一般打不断，你只要会用法律就把它打断。比如说他的企业怎么断的？他是销售企业，销售企业一般怎么样呢？怎么能发展呢？他是专门来剥削这个生产厂家，所有的销售企业都是这样子。怎么剥削呢？第一，价格放的最低；第二，先进货后给钱，他不给钱，货先放进来。这是基本的，都这样，搞各种促销，都拿厂家的钱搞促销，他也不拿他的钱搞促销，然后他会有贷款。结果那个公司呢，他有一笔贷款到期了，2000万，2000万很小，这个运转有几个亿运转，2000万很小。他跟人没沟通好，人家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把他起诉了。起诉以后，直接把他。这个很绝的啊！我说就这样打，很容易啊，你要打官司很容易，直接提供个诉讼保全。为什么呢？他账户上肯定没钱，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我绝对不做企业家，企业家对外风光他都没钱，为什么呢？他这个钱都在他的产品上压着，他越打他越没钱，所以他们其实很可怜的，给社会做贡献，他进入一个高速跑道，他自己下不来，不能停，所以我说我就做律师。我明天想收我就收了，我收回来都是现金，对吧？不要像你们去拍卖就不值钱了，是不是？做企业很辛苦的。结果他就这样子，人家一起诉，把他这个商场的产货给冻结了，查封了，给查封了。这招非常绝，为什么呢？为什么绝呢？你想想，他把这个货一查封以后，所有供货企业就紧张了，是不是？哎呀。那是咱的货，他没给他钱呢，是吧？他一查封，他要拍卖，一拍卖他给了银行了，这不行啊！所有的供货厂家都跑去啊，堵住，堵住怎么办呢？都冲进去，那时候也不搞法律了啊，冲去抢他那个货，抢出来多少算多少。这一搞，社会就大乱了，大家都说，这企业垮掉了，货被抢走了。然后别的银行看，这货都被抢了，赶快咱们这还有2000万贷款，通通起诉，10个银行都起诉。完了，我说所有的企业都是资不抵债的，有效资产都是不能抵债的。这种运转是很有技术性的，一旦发生这小小的缺口以后，就是一股洪流。然后这个商场这个经理啊，他就不敢出面了。为什么呢？有人抢到了，有人还没抢到，没抢到通过法律太慢，非常慢。然后他们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堵市政府，堵市委，然后把市委市府堵住了。市委市府立刻指定你无论如何先把钱还了，他没钱还，全部冻结了，他就不敢出来躲起来了。然后社会造舆论说他跑掉了，跑到美国去了，然后大家就堵他门，不敢回家了。最后有些人就找黑社会，到处找。这个人现在躲了3个月了，不敢出面，垮掉了。你看垮得多惨，多可怜呐！然后他最后找那个五星，我无条件的给你，你给我多少钱？我先把哪些人我惹不起，先把他打发掉。可能用了30%的价格把他100%东西卖掉了，
而在前天谈判和五星谈判，他说我兼并你，你凭什么兼并我？刚跟人们谈过，现在他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就这规市场规则，就这规则，这就是法律的技巧。所以很多企业家他不懂这个东西，他最终失败的都在法律上，都在法律上。当然，其他我不讲了，我还做很多这些法律顾问，如何运作让他能够逃避债务，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技巧。我北京有个法律顾问，老板那个建行在西安起诉个案件2000万，我打算问他，我说这个钱还不还？他还呀，怎么不还？他借人其实真的要还的。你让我推迟半年，我一想这个老板真善良，推迟半年就还，那官司随便打一打都得1年半以上，对吧？我说保证没问题，推迟半年。结果我跟他打赢了，人家不用还了。他说啊，借钱可以不还，还有这好事？我说你碰到我这好律师，你碰到北京律师，你先给人拿60万出来，2000万不还了，你给人拿100万都应该是吧？就我说他法律顾问，什么问题？时效问题，就这么简单。那么法官也不能理解，说马老师啊，这是国有资产2000万，就因为个时间问题不还？我说对，法律是刚性的规定，时效是最刚性的，超过这种时效就不能胜诉啊。这与国家资产有什么关系啊？国有资产、个人资产都是资产，国有资产、个人资产都是同样的法律来保护。你这个思想太老化了，你不能因为国有资产就牺牲我们利益，是吧？我把他训练成，让他开化文化。当然，我要代表国有资产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这是国有资产，你怎么让我流失呢？我也会这么说，是吧？那就是你要应用一些法律的技巧。那么，这我说了这么几类了，是吧？再一个素质，其实最重要的素质，我说第三个素质就是，不管你学法律、非法律，特别非法律的人，一定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是法律素质非常重要的表现，要尊重别人的权利。那么最近出的事比较多，尊重权利的方面，比如说中国的科技不发达，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大。我们的科学研究啊，局限太大，自由太少，他们权利没保障，搞技术的没保障，搞科学的没保障。哎呀，我说我这个有很多体验，我没机会给大家讲，但我就提一提。比如说最近几年呢，有一股反伪科学的这么一种潮流，大家都知道吧？你们知道反伪科学斗士是谁啊？谁？方舟子，对，还有谁？司马南，还有谁？何作修，是吧？啊，你们都很厉害，都知道。那么，这种反，我觉得走过头了。当然，咱不能批判人家院士啊，我觉得走过头了。有点扣帽子的感觉。所以现在已经引起了一些重视，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开始质疑了，质疑这种打假、反伪斗士、制造冤案。应该说，科学研究没有禁区，应该尊重任何人的研究权利，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最近一段时间啊，就前几天在北京开了会，在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研究室的研究所开了会，这个题目就是张永清事件的反思，纪念张永清教授逝世1周年。张永清是谁呢？有人知道吧？对，山东大学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是全息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是据说是极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中国的唯一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被个别反伪斗士不分青红皂白，把全息生物学打成伪科学，年仅57岁的张永清经不住打击，于去年10月份与世长辞啊。那么新华社发了个刊物，说是中国科技界的悲剧，山东生物学专家张永清含冤早逝。这一文呢，就披露了这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就是吴骗二极管被反伪斗士方舟子打成永动机等等，这个报道，首先我觉得中国的新闻自由了啊，一般人不敢不这么报道。那何作秀很厉害的，是吧？尽管他研究不怎么样，我看反伪是很厉害的。他成果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因为咱不懂啊。但是呢，他反伪这段时间，据说是做不出什么贡献的人都会去反伪科学。
那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说呢？那张永清这个到底是含元病逝，这个是因为风，是不是因为风沙？后来呢，我看了看材料，这样的，他是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的所长，在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国际全息生物学会议上，他被全息生物学会，就那个全息生物学这个会信生物学会议上任命为终身主席啊。根据山东的这个披露，当时他已经应邀到诺贝尔奖这个机构瑞典做了讲座，他极有希望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的中国生物学家。但意想不到是，1995年合作修呢编了一本书，在打击伪科学里边，把有一个院士写的认为他是伪科学的这东西收进去了，然后呢他就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就得不到保障了，所有的什么都取消掉了，所有的课题都不让他做了，他的称号也取消了，最后导致他积怨成疾，身心俱焚。2000年起，这肝病发生了病变，羟基水久治无效，然后不幸含元去世。这是报道这么报道的啊，有没有渲染我不知道啊。但是合作就是这样回应，他要是这不是最早不是我质疑的，他要是。我没有写过关于他是伪科学的文章。最早对他这人提出质疑的是，他是这个是周成鲁院士。周成鲁院士呢，要我编一个伪科学曝光这本书，然后我把他收进去了。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原则，还是我行业的事我就敢做主，不是我行业的主我要问专家的。比如说这个行业的事，我就要问这个周教授和方舟子，他们说的我都相信。那么。张永清呢，在生物学上，生物全息这个理论呢，我从来没听过，没这个概念，没听过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收录进去了。不是我说他不行就不行，他要真行的话，那国内外其他人会支持的。他死了以后，还会别人继续他的事业的。这是何作修，何作修也很损的讲话啊。但是我从法律上分析，这就有问题。你何作修，你不懂，你先说你不懂是吧？然后说，别人说了我就相信。那这是法律上还是一种推理，是吧？这属于还属于证据不足，那说明你这个科学态度还是打折扣了，有问题，是吧？那你如果另外一个人说他是真的，你怎么办？你相信谁的？相信与不相信是主观判断，对吧？所以说他这种解释我觉得很有问题。然后他说我不支持，当然也会有别人支持。你自成为反伪科学的最高的一个斗士。你这一定论以后，中国这个研究这样就这样子，他能把所有称号给了都能给你取消掉，是吧？可以给你算账，他就会受到打击啊，他就没有能力再恢复过来，所以应该是很大，影响很大。那么方舟子怎么回应呢？他这么说的，他是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他说当今有人借张永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这他。方舟子批判性很强的人，你们看我那金什么金玉思啊，看过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是所谓张永清全息生物学曾被诺贝尔奖的颁奖机构请到瑞士做过3次讲演云云，我没有见到任何报道。我们曾经揭露过打着诺贝尔奖招摇撞骗的机构，也揭露过一些人到国外参加那种任何人交了钱都会参加的。会议后回国自吹自擂，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国际学术机构会请一位没有在任何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人去做学术讲演。这是方舟子的报告，我对他这个也有看法，他也不是法律的态度。首先，有没有他也是推论出来的，他没见过，你没见过闺女就真的没有。这是很忌讳的，所以说我说搞科学这帮人啊，到搞法律面前他就不行了，真是啊。第二呢，他不相信人家会请，什么理由呢？他有论证，说在国际上没有发表任何一篇论文就可以去。首先，他敢做这样的全程判断是很危险的，他是不是真的在国际上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哪怕是一篇呢？有一篇方舟子就是胡说八道，是不是？所以我说他们都机不可。这样就把一个人牺牲了。
第二，关于这个有叫徐叶林的这么个人发表了无偏二极管，被指责为永动机。那么2004年，《光明日报》报道一条消息：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叶林发明那个无偏二极管，陆续获得了俄、英、美、中四国的发明专利，大家注意啊，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273摄氏，273摄氏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啊，该器件就能奇迹般的输出直流电流，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这光明日报报道这么报道啊。同年12月9日，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永动机神话为何重现江湖》。将无偏二极管定性为永动机，伪科学。随后，研究物理的合作修院士也指责他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不过，以宋振海等人为代表的北京部分，还也是很高的科学家，却坚定地支持他，为他喊冤叫屈，认为合作修院士方舟子根本没有弄懂什么叫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何作修这样说的，他说：“我说它就是永动机。”他说：“无偏二极管这个打假是我打的，它就是永动机。”说他的文章里边写上了永动机，而且说永动机是可能的，对的。他的理论就是说能量可以无限释放，这是违背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他说他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他的实验本身做得不够严格。他没有跟外界屏蔽起来，这些必要的实验措施都没有做，就忙着宣传他的成果和伟大意义。因此我说他是永动机，国际上公认永动机是伪科学，所以他是伪科学。方舟子怎么说呢？他说永二极管就是伪科学。他说无偏二极管，我们做了很多批评了，甚至有人为他设了很严密的试验，但是没有看见发明人做出进一步回应。他说：“我专门找人做了个实验室，让他来试验，他没有来回应，所以说我当然认为他是伪科学。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永动机都是伪科学。等等，这个例子啊，我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的科学家啊，既没有度量，没有胸怀。我说家这个字啊。”所以谁也不要随便乱称家。我的理解啊，你要懂得学术、学者，这要单一素质就够了。学者，你只要学高五斗，你就是学者，你可以比较极端一点都可以，没关系，只要有学问就叫学者。但是家不是这样子，法学家不管什么家，家是胸怀，他不光有学问，要有胸怀。这才是大家。你科学家要有胸怀，要有点基本的法律的素质。当然，他打着法律啊。方舟子说言论自由，我可以发表；何作义说言论自由，我可以发表。他用法律，但是不对啊。你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对吧？那么，科学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啊。人家为什么不能研究？你凭什么这边打上科学？我说这种科学啊，国外都在研究，每年在国外我查过啊，申报永动机的人很多，人家没有什么，人家没有人打扣帽子、打棍子，人家愿意投资去研究嘛，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报永动机，很多人在报，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必要让他上纲上线，你把这人牺牲了，那敢于研究永动机，那也不是一般人啊，是吧？那是有水平的人。所以说，有可能反伪斗士的这种私自打假，阻碍科技创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开始打击是对的，大家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开始打伪科学是什么开始的？是人体科学气功。讲到这个，我话很多，我很了解这个。这个我是这是江湖，这个江湖我非常了解。
但我现在不能把这个江湖给你们反映出来啊，表现出来。这是应了一句话，最近唱歌里边讲是“一朵花，一粒沙，就是天涯”。其实一句话，一件事，就是江湖，就是天涯。我从中国的最早的那个大雁宫，什么上林内尽一指禅，什么那个鹤翔庄，什么襄宫，什么中宫，无极宫、元吉宫。什么法轮功，这些东西我都跟踪过，我都知道。而且里面的代表人我也知道。我跟你说，江湖就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它有很高的科学的知识，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的知识。除了法轮功啊，法轮功政治化了，不谈它啊，其他的啊，人体科学，中国最高的那个科学家的知识。那么另外就是反对派最高代表的是何作修、方舟子。司马南，然后呢，政治界有人支持，比如说政治界啊，政界啊，有人反对，比如说政治界反对的余光远，支持的是谁呢？比如说吴少虎，冯骊达，这些人我都见过啊，包括这些大气功师啊什么的，我全部都见过。为什么呢？因为打过几个官司都是我代理的，但是秘密的，他那个文件都上面都有很高很高的那个机构的章子，很高很高的那个亲笔签字啊。都没法用，不能用，都不能向外泄露。斗争非常激烈，不是那么简单。而那发源地就在西安，所有的工资从西安推出来的。西安呢有两个，有一个杂志，一个报纸，有个体育气功，国际体育气功报，有个气功体育杂志，就从这两个推出来的。那个经理我就很熟悉啊，总经理，报社社长我很熟悉。我给他打两个官司，全部打输了，这是我最惨痛的官司。打不赢，没法打。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呢，出了法轮功，这一切都是挂起来了。实际上，这种研究啊，作为科学研究，应该支持，正要支持。那么，最终这最最开始这些反伪科学从哪谈起呢？他抓了一个契机，就是胡万林，听过没有？胡万林，哎，胡万林就是从西安出的事儿。这个人是很怪的，我是很危险，我是好，我是确实躲过了这个劫难。我差一点去做法律顾问，差一点点。他在钟南山搞个医院嘛，医院要做法律顾问，我还没见他呢。如果见了或做了，那就麻烦了。这是很特殊另外一类人，我们也不说他多少啊。但是呢，反伪科学从那开始，那个胆子应该说有准的地方啊，最起码。从那以后，反伪斗士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一直反到了真科学。我认为科学研究没有禁区，谁都可以研究，对吧？你比如武汉现在最近研究那个风水，对吧？武汉晨报的大标题就是说风水披上了迷信外衣的科学。武汉人这么认为的，说它是科学，披了个什么呢？披了个迷信的外衣，就和披着羊皮的狼可能是啊，很有意思。我听了那个歌以后，原来我知道，披上羊皮狼是不好，最后一听哦，那还是个好歌。人家为了接近这个羊啊，为了掩饰他脆弱的感情啊，然后很委屈的伪装的在这个羊群里边，为了和羊发生感情，这个学科这歌很有意思，这里边也是讲的问题啊，它本身是好的，它披了个不好的外衣。那么武汉好多人就认为说，这个风水是科学呀，你去调查呀，有几个人不相信呢？调查很多搞房地产的人，通通都相信。那你说大家都相信东西，你把它宣布迷信，我只能说有迷信的因素，但是不是迷信活动。风水吗？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吗？这本身就很科学嘛，是不是？光线吗？是吧？朝向啊，这有什么，对吧？这不是迷信，那个，我觉得应该让人研究，而且我觉得你要规范化，用法律把它规范化，你不能随便反对，你可以有你反对声音，但你不能把人枪毙掉，对不对？甚至于可以设立专门的行业，对吧？你就风水设个行业嘛，你得评职称嘛，风水大师是不是？给他个称号，然后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法律权利义务给他规定好，那不就规范了吗？对吧？那包括我认为，包括那巫术啊，大巫女、大巫师，那挺好的，巫师是吧？也应该可以有。你要知道这个传统知识的话，想想，现在死掉一个巫师啊，那巫术损失大得很。很多传统知识就绝种了，
那里面有很多科学东西，你为什么不让你去研究呢？完全可以啊。所以搞科学一定要有这个素质，要有法律素质，不要妨害别人的权利，人也有一定权利。别用动机，比如说，最近人家世界上在研究一个问题，在中国绝对大神迷信般的研究，比如说，人会出现对未来的回忆，就记忆错觉，中国人是想研究，也就把你打成伪科学了，是吧？那美国、欧洲、俄罗斯非常仔细的研究，题目就是人类灵魂是否会跨越时间旅行。在中国，这个你在报上能挖得出来，这个你们都有体会。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次或者多次，突然会萌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看到个什么东西，一个什么情景，什么，他就会突然发现了，哦，我曾经来过这儿，我见过，有没有过？每个人都有，对吧？这个是我曾说，哎，这句话我听过，原来，哎，这个灯光，那个瞬间，他都会有这样的。那这现象，你是唯物主义啊，这真的每个人都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研究呢？是吧？那怎么会出现呢？科学家研究，说的，我说研究一定要抓住那新的研究点，你别让人你跟着屁股后面研究，你永远是跟着人家，是吧？你要找好的点啊。所以有些人就找这个，认为这是回忆幻想或者对未来的一种回忆什么等等。那么很多很高的科学家在研究，比如说人体特异功能啊，我告诉你，人体科学。过去呢，中央有个七人人脑小组，现在发生那个法轮功以后就不让做了，小组还存在。有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在研究，其实我就知道好几个，原来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就转过来去研究去了，有很多。我只是告诉大家信息，我不说假话，你没有必要就知道有这么事情，这个不能公开，会被人利用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会被利用，什么都有可能被人利用。那邓小平那个文选都被人利用去挣钱。那第一个打击、第一个判刑的著作权犯罪，就是用了邓小平血迹的，那有什么危害是吧？但是他侵犯版权呀，是吧？什么都有可能被人利用，你不能说因为利用就不能去研究，对不对？那么从古希腊以来，记录了1000多个这种基本故事，都是真名真姓的，发生我刚才说这种记忆，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离奇、难以置信，根本无法解释。有些可能预测到吉凶，今天。有些在梦中，然后发生的问题过若干时间，它真的已经发生了，说很难办。好多人把它认为是先祖记忆，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就是轮回理论，就找到一种道理，认为这个记忆也是上一世的事情。上一世呢，突然这个时间条件发生再现的时候，你脑子里边的片段记忆还存在。那么最起码相信轮回的人会说记忆啊多得很。那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让去研究呢？是不是？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他都相信，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就说他的前世是一个牧人，放牧的人。比如说，上次那个麦当娜他来这个中国第一次啊，看完故宫以后啊，他所有故宫里面的那个很偏僻的小巷他都知道。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是中国清朝皇帝最后一个皇帝的皇后。”他坚信这样的，他还在跟报社记者就发表，他说：“你看我这么熟悉，我真的原来没记得，现在想起来了。”再比如说有很多，这是太多了啊，很多都是名人啊，包括这个托尔斯泰啊，包括这些，他都有过这个，说的很具体。我说有个非常著名的瑞典的心理学家、哲学家，这个古斯塔夫·荣格，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有这感觉了，他到最终一直讲。他说：“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间，就是我有时候生活在18世纪，就是他这个时空观念完全到了，就是说我既生活在这个世纪，同时我生活在那个世纪。”他就坚信，他是很著名的心理学家。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有心理的毛病，因为我见的心理学家啊，99%都是有病的，心理有病的。他都会从心理上研究你，研究他，就犯病的人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确实存在，比如说俄罗斯的专家现在做了，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了。他说无论如何不可思议，很荒诞，但是呢很有意思。他说是这个记忆错觉呢已经是一种对逝去事物的伤感了。他说这种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而且呢
使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他在研究，所以我说啊，都应该允许，不能说不让我研究啊。那么真正的伪科学呢，那就是我讲的，像你武汉发生这种，这是要打击的。比如说人参增高是吧？人参糟糕叫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知道吧？哈佛是吧？他怎么搞的呢？这是个法律问题。这个武汉有家企业，他发现有一种发现别人一个广告，一种药物，25块钱一个营养液，叫做什么赖氨酸片吧，是吧？他就想这个药是对人没有害处，我把它能不能包装上赚大钱？然后买回来以后就一包装25块钱，包装了。变成了498，把它命名为什么呢？叫哈佛戴高乐，厉害吧？哈佛戴高乐怎么做的？这个他跑到美国注册个哈佛戴高乐，很容易注册啊，这很容易。我也帮很多企业做过啊，企业这个有些企业要洗钱啊，要从海外融资呀，你必须海外有个企业，在海外注册一个企业非常容易，有时候掏1块钱就够了，啊，1块钱就够了啊。然后你可以找个律师事务所，那个律师事务所什么不干，光给你注册企业，你给他那要钱比那个注册费高，他每年给你登记，重新每年给你审验一下，然后你到律师事务所就看，他放了很多柜子，全是柜子，放了很多卷，一个卷就一个企业，比股份有时候还小啊，全都是，他这个里边就不要关了300个500个企业，然后这个企业他就给国内可以中外合资，啊，这个骗术很简单，大家都在做市场啊，都知道。注册以后呢，他回来又注册一个商标，哈佛戴高乐就变成专治人体增高，结果骗了400多万，最近被武汉这个公安局被他抓捕了。这些真正的伪科学，这是应该打击的。你不要说科学研究，我主要打伪科学，主要打技术方面。那科学研究一定要放宽思维，技术是真是假，非常容易，很容易判断的，科学不容易。但是呢，一定要留下空间。我觉得我非常崇拜这个钱学森啊，其实我刚才讲那个人就是他，我不好讲他。他有个态度，说是不是伪科学要做实验，这都可以研究。我看了严心啊，严心大家知道吧？严心，气功大师啊，他不是给清华大学做过实验吗？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呢，钱学森给他写的序，认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曙光，很了不起。但后来这都被批判了啊！但严心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不知道啊，我没试出来。我当时试他，但是要有本事，如果他是骗术的话，这是很高明。他带了一帮子都是欧洲的这些博士，我说他博导，他不是博导，他带很多博士，有一个是搞音乐的，是搞什么气功与音乐结合起来，那气功和音乐结合就不得了。你们看没看过叫那个功夫？哎呀，你看那个气功和音乐结合起来。那个弹琴的那个是吧？那就是功夫啊，那就是气功啊，结合上那个音乐就可以杀人了，是吧？还有一个是搞什么呢？搞医的，等带了5个，我见他们带了5个博士。他别的本事我不知道，他说他大冬天穿个单衣服，我觉得也许很厉害啊，身体很单薄，穿个单衣服。但是我当时问我那个总经理，我说严欣到底有什么本事？他说我也不太知道，但是你跟严欣聊天的话，你精神很好。聊完天，你聊完一晚上，然后不睡觉呢，第二天不瞌睡。我说那我跟他聊一晚上，我还没聊一晚，聊到2点钟我都瞌睡了。第二天早晨去那个国家体育总局去调取证据的时候，我走哪睡哪，走哪睡哪。我是没找到他，可能我这个接收信息有问题啊，没接收到啊。但是很多人很信他，就是他很有钱他做了很多种子呀什么的，那个发功试验，他人在美国。发功这边接受等等，就那本书很有意思，不管对错，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危害，你让他去研究去，科学嘛，他不能有禁区，所以尊重别人的权利是基本素质。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总结一下，我觉得非法学专业人士啊，应当具备法律素质，这种素质应该在他工作中、生活中点点滴滴里边，在最关键时刻能想到才行。第一，学以后可以保护自己权利。不要像我们的校长那样啊，
在生活工作中可以有安全感，有稳定感，有秩序感。第二呢，学了以后会尊重别人的权利，不要侵犯别人的权利，然后你的权利能挣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这种后盾，因为它是国家意志，比任何哥们朋友义气那也厉害得多，这是真的保障。第三呢，要是让你事业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好的保障，有这样的素质的话，你可以预见性，你可以走到哪里可以通行无阻，这个东西是公民大家都会认可的。你说现在国外进国内，他现在找这个投资环境，他现在找法律环境，他不相信，他开始原来不是这样的，他找政府，你能不能支持我，哪个领导支持我，他还是这样子。后来发现中国领导换得很快，突然他就犯罪了，没有了，没人支持了，后来他只找法律，法律行不行，法律怎么规定的。所以你看老外啊，他有一点比中国人强，他什么费都省，他绝对不省律师费。有个青岛的一个老外在青岛，他找我说你给我做法律顾问，我说你在青岛找别找我，他我说你这来回飞机啊，这么他那算什么钱呢、啊、这种小钱这我们的预算里边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我给北京做法律顾问就这样的，我的飞机票呢，那你的超过一般律师呢一年的工资多，他说这算不了，这是最应该的，这是保证我生存的。你要是不懂法律啊，你干了半天不知道这谁干的，都交给别人了，是吧？你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权力的固化，你做了半天都做别人的，给别人做了，是吧？你干了，你做科学性研究做了侵权了，都归别人了。你做商业做了很多，挣了很多钱，全是侵权所得，都给别人了。那你还做什么呢？你连自己人都没做清楚，做什么事业，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认为，在综合素质里面，法律素质非常重要，是个底线，其他都不要都可以，一定要这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个框子，你把框子编好，不能是漏底的。就佛法里面，佛你看佛法叫无漏法，无漏法什么呢？就你东西都能有地方承接，不漏。你所学的一点一滴的那种本事啊，那种什么神通啊，那些奇窍啊什么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啊，也可能很好很好玩，也可能很能够展现自己。但是呢，你是有漏的，你更好多你没地方承接了。法律底线，底线就是个底啊，是个。叫你编个篮子，编个框子，去承接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学问成果，在这里面承接来，这就是法律的功能。我觉得非法律专业一定要具备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好，我就说到这里，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马老师，精彩的演讲。那么剩下的我们就说留下5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提问啊，提问了之后。你们随便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我不一定都能回答啊，但是我尽量回答。马老师，你好。看到您对宗教比较有研究，我想提个问题，就是您对这个摩西十诫是怎么看的？什么时间？摩西十诫。你说圣经里边的？对，圣经里边。这样吧，我说出去啊，我对这个基督教研究不深。没有什么大研究，对佛教我不敢说研究，我把它统到佛教里面说，所有的宗教它是都是同宗同宗的啊，但是最高的应该是佛教。为什么呢？佛教里面讲的是变数，它没有定数，这点大家要知道，不要误解它，它不是迷信。首先一点，它是不打妄语，就是不说假话，而且释迦牟尼没有写过一个字儿。原因什么呢？他不敢写下来，写下来会变成教条。他讲究这个法呢，在不同地方有不同传法。为什么统起来说呢？这个不能叫宗教人听啊，然后他们听了他们会反对我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佛教的变种，就是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佛教里面有33天最高，这个基督教是它很低很低一个层次的一个天，上帝就是那个。咱们都知道，比如说那个玉皇大帝是吧，玉皇大帝他是一层天里面的国王是吧，他是怎么讲最基本的六道轮回嘛是吧，天人啊，畜生恶鬼地狱，还中间还有个阿罗汉是吧，阿修罗啊，这是天是最高的，那个天就指的玉皇大帝那个天。所以说在这个真正修行得道的人呢，他就能分得很清楚。比如说道教他是佛的哪个弟子，因为传法的条件成熟到中国来传。基督教是哪个弟子，是传法的机缘成熟到那去传。
不同的传法，佛教讲的是方便法门，必须是变化的，必须和当地结合，必须结合，和那个地方结合，就变成了那个地方的宗教。所以说，上帝一定是外国人，不能中国人啊！上帝画的样子外国人。那个到中国，这个祖师就变成中国人了，是方便法门。所以说，只有他是圆满的至高无上的，其他的只实现一个目标。比如说，简单讲，我也简单讲讲，上帝是很低层次的，他只解决世俗问题，最多能解决到，只能解决到天堂，天堂很低的啊，天堂，夜魔天嘛，在夜魔天里面是天堂，是吧？那么他会告诉你，他说你必须相信上帝，你必须依靠上帝，上帝什么都会给你，是吧？你不相信上帝，你反对上帝，你就不能进天堂。这层次很低啊，佛教是这样子，佛教说你可以不相信我，我什么也给不了你，你就是佛，你所得到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只是你迷悟了，你从无始劫来，你迷悟，你不知道了。我是没有迷悟，我是觉醒的，我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把这个拨开你的迷悟，看到你的本性真相，所以一切得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说你尊重不尊重，尊重我的指示办都没关系，所以那个东西就咒你的，你不相信我就你要下地狱，佛是不会这样说的。你不相信我，你相信自己，只要你能够啊迷失的本性能恢复正常，你也可以上天堂，而且他不希望你上天堂，上天堂你还要再轮回，天堂还在六道轮回里边了，是吧？他希望你升得更高，最好能到西天。西天呢，我们现在西天它是净土宗的一个圣地啊，那是个净土啊。因为西天是大家知道有个佛教阿弥陀佛，它是不是和人世间不一样，它从感应来的，就不要像人这种劳动创造，它用它的48个大愿感应出来的，一切都用感应，什么都不用了，整个和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到那就是最高了。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东西啊，我现在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然后你要说如果纳入到我现在说的这个宗教范围里边，我可能你问什么我都可以跟你讲，啊，就你们继续要追问的。那个圣经里面的摩西十诫，据说是上帝传给人类的那个最传给人类的律法，您的那个10条诫律是？律法对吧？这个律法呢，佛里边律法就是戒，他这个戒那个基督教里面也是戒律，他的戒律呢是用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不像佛那个佛是都成体系的，他有5戒、8戒、256戒、300戒，他是不同人不同戒律啊，这种你层次越高守戒越多，守到最高戒你就会有舍利子，将来啊非常非常高。那么他这个戒你举手是吧？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在民法和知识产权法这两个比较下来，如果工科学生想往法方面转的话，选择哪一个更好？好，我统一说啊，因为第一个我不能讲这个事啊，就戒律，不同的宗教都有戒律，包括这个伊斯兰教它有戒律，但戒律它有些是在，包括在这个圣经里边的每句话里边去，有些是多重体系，佛教多重体系，这个。伊斯兰教它这个经典我也看过，它和圣经差不多，也是把它的戒律包含在不同的小故事里边。正因为它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神学世界，在中世的时候，圣经就是判决案件的一个依据。但是它里面有审判，有审判的话它就没有科学性了。为什么呢？审判就是有时候有很残酷的，他上帝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违反这条戒律，你就不会受到这个惩罚的。他比如说下火坑，如果你没有犯罪，火就不会烧你的等等。这就中世纪神学说宗教，为什么马克思批判宗教呢？基督教在中世纪发展成这样的，
那些小故事里面，他说上帝教给他一些戒律，这种戒律就是说每个故事都讲，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整个圣经你要看完都是这样子。他表述方式就是说，你要看的话，你比如你看创世纪，他就几天，第一天上帝说什么怎么怎么样，第二天上帝说要有什么就什么，第三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上帝说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什么要怎么样，这就戒律。这个东西啊非常不科学。所以反过来你说这些宗教，佛教宗教不是这样子，不能说人家说怎么样，他告诉你一个轮回，告诉你一个因果报应，这是最科学的。我说两个戒律，我说佛教戒律和基督教戒律差别就是这样。基督教戒律不讲理，告诉你上帝怎么说，佛教说因果要有报应。我说你们要记住因果，所有的科学都是研究因果的，所有的科学，因果这个词是佛教创造的，所有科学是在它之下的，就是研究佛所说的因果关系，规律就是因果啊，是吧？因果很简单，我现在就能体会这因果。佛在42章经里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诽谤别人，诽谤别人就像是对着天吐唾沫，吐口水，天是吐不着的，最后吐沫又落到自己脸上。这我他的我有很多很经典的啊，就说你发出一个信息之后，那个宇宙时空跟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讲单向时空出去就回不来了，他对宇宙看得比我们细，他是个多维时空，经过若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时空，你这个运转出去以后，任何信息最终反过来最后要击中你自己的，这就是因果，这绝对不会差的，你将来研究都会研究到，都会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戒律啊，就是不能比的，这个是有道理，告诉你我们现在这个也是一样的，杀人偿命也是个因果关系，你杀人就要偿命，就这么个道理。为什么呢？你杀了人了，这个原因这结果你就要用命来抵偿，这是讲道理的，你破坏了一个生命你就要用你的生命来抵偿。关于功课学习法律问题，得民法得天下，这传统法学说的没问题啊，这是对的。这个不管你搞什么法，不管是民法，这个说的再加一点，民法刑法，所有的法，民法刑法最基础的，不懂这两个法那是搞不成的啊。那么学功课应该学什么呢？应该学知识产权，学科技法。知识产权科技法应该学什么？应该学民法和刑法，因为知识产权现在是民法二级学科下面一个方向，但是不久的将来会成立专门独立成二级学科，现在正在搞，很快正在前程学科。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有民法基础，为什么呢？他那个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呢在职场上非常特殊，他这个民事行政关系就有一个量的区别。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侵犯商业秘密罪，50万以上就要判刑，就是犯罪，50万以下就是侵权，这有什么区别吗？就是量的区别。所以说你既要懂民法又要懂刑法，民法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但是要跳出老民法。为什么呢？老民法呢它都是讲的这个所有权问题，物权问题，我们可以说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三大权利啊，那知识产权比它要复杂多了。物权是有形的，一物一权，很简单，这是我的又不是你的，你就拿不走，是吧？债权有合同，非常简单，唯独知识产权一女多嫁，是我的也可以是你的，是吧？我把这个称呼转让给你了，还在我这儿，我给转让10个人100个人都可以，这就和佛法上讲的那个呀，就是说非常相似，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要大。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你只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条件能承接，我这像个月亮啊，照哪个水里边都是同样一个月亮，都没问题。所以说人类社会要靠知识智慧，一般搞民法人不能理解，是你就不是他，搞知识产权是你也可以是他，这种思维完全上升到一种辩证思维了，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特别是进入到那个版权领域，那整个都是个魔域，没一点功课知识，没有一点辩证思维，根本不能理解。一方面保护版权，一方面又要合理使用，对吧？侵权怎么测定呢？还有什么测定三步法？这个测定三步法，我们搞法律的中国很少知道，都不如金庸啊！我看金庸小说里面都有，我就看过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最有名的那部电视剧叫什么？我想想，《笑傲江湖》吧？是不是是《笑傲江湖》吧？说个人物，赵什么？赵丽叫什么？有三个女孩追一个男孩，那叫什么？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啊。
招妓啊，招妓你看，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了，那个赵叫赵什么？赵敏。赵敏，那个最后变成那个魔女啊，周芷若，周芷若，周芷若和赵敏都跟他提出条件，你不学法律不知道，学法律就知道，这就是知禅三步测试法，就我有三个，是不是？我有三个条件，那三个条件就是测试法，是不是？但是张无忌不敢随便答应，说我保证，第一不违反江湖道义，是吧？是吧？第二也不什么不违反什么道德，在这个情况下，那个知禅也是这样子，既不合理使用，既不违反你的既不违反你的权利，也不适当的不会不适当的使用等等，这个前提下你可以使用，这就合理使用，很简单。学宫的这些问题把它变成公式啊，对吧？在那个世界知禅组织里边，他弄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就搞了个三步测试法等等，那很多搞法律人不能理解的，你完全可以用。特别学理工的法律啊，说到底法律是公理，和谁都能结合，和学数学结合也很好，数学是公理的，法律也是公理的，这都能结合，是不是？所以说你一定要搞知禅的法，同时你要上升到科技法，科技法比知禅的法大。为什么搞这个呢？别人第一看不上，第二他不懂，看不上的原因是他不懂，那么他不敢说呀，他不懂这东西，不懂不是没道理。我说只有搞科技法、知识产权法，这个前途无量。为什么呢？科技永远在发展，你要一直要跟踪。你比如说网络上的问题，现在网络游戏的产权问题，信息这个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我前两天把我 QQ 号丢了，把我气的到处找。为什么呢？我监控我的学生这个 QQ 上，你给我上来不上来，我发什么命令都在上面发布。突然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太阳了，对吧？你用过也知道，我一个太阳三个星了已经不错了，这就被别人看上了，就要偷，给我偷走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偷走的，我还在研究信息安全立法，我觉得很，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很生气，怎么都找不回来。最后我还只好通过熟人找回来，把它要回来。要回来以后，我自己加了密码以后，它有个密码保护，你们注意啊，一定要密码保护。我不保护，一旦有一个太阳以后，它可以建群的时候，它就能卖钱了，别人就偷走了。那么我当然很希望立法把这人应该抓掉，是吧？偷了我的财产，给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现在没理你，所以这些法律都应该跟上。你现在你给别人说，我一说 QQ 你们都知道，结果我在网上发出我 QQ 号丢了，一大帮人来跟帖的，什么叫 QQ 啊，马老师，我怎么不知道？就社会上的学生，什么叫 QQ 号，这有什么用处啊，这值什么钱啊？然后别的学生说，好可笑啊，有人不知道 QQ， 就有这种说法，是吧？所以科技的发展进步是非常最快的，每一步都有法律。搞科技的人绝对不会想，他也不可能深入研究，只有很高的科技到院士一级，他会考虑出重大问题，这成了家了，成了家就会考虑问题多一些，大家属于。搞法律呢，他确实不懂，不懂他就回避短处，人有共同特点，都会扬长避短，他就不去研究。然后他说我看不上，实际上他不是他看不上，他根本就不懂，你只管研究你的，最后你就是大家。所以说搞公的啊，搞理的，你那个领域啊很累，你与其搞计算机搞软件，你不如搞计算机法软件法，肯定能出成果，保证能出成果。你有这种智商啊，你能够考到华中科技大，入门很高，你又能学这种尖端的专业，你要真的搞法律，你很快就出头了，绝对没问题。所以说基础的法是民法，是刑法，要超越它，绝对要超越。怎么学习其实很简单，带着问题学。我们现在法律教学方法是死去的方法，我非常反对。正因为这样，我介入了各界。好多人一辈子没搞司法事务，一辈子没进入法律的门，他都不知道法律怎么运行，他更不懂，他叫什么法学家更看不上。所以我各种学科我领域我都进入。反过来说，法律的真谛是什么我知道，然后告诉学生带着问题学，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学哪些知识，你去辐射的去学习，你学的那是真知灼见，到最终你肯定会融会贯通的，这是另外一种学习方法。你从头学，从概念学起，那法律著作写得很差劲的，那把你看得累死了，没点意思，没点兴趣，真是。而且学工的人啊，思维方法独特。我招的学生里边，考过这个司法考试都是学工的，一次就考过了，他们很厉害的。有些人拿了几个证，他拿了这个证有用，有用，有用就考了，一考就过。像注册会计师那难得很啊，学了四年会计专业的人都考不过，
而且他那个是可以积累的，这今年考不过这一门还算数，五年以内考过都算数。我有两个学生，他麻辣这个有没有用？我说有用，他一年就考过了，这很怪的。结果现在做的什么税务律师？你打开这个税务律师网，那是我学生叫严希忠，在上海，他学工的，然后考了个司法资格，又考了个税务，考了一个这个注册会计师资格，那搞税务现在独一无二，谁也搞不过他，他计算精确，没法跟他比的，这就是优势，非常非常厉害的。他实习出来第一年做实习律师赚了20万，那是10年前的事。第一年实习律师按道理给你发上5000块工资就不错了，你看挣那么多钱，潜力比较大。所以说有个什么特点呢？学工程很认真。首先他说我不懂，他知道这个概念，我不懂我就要学习，我学习我就要认真，我就要准确，所以司法考试都能过。这个学法律说我懂啊，我懂，我大概看看就行了啊，上了考场再说，反正我能判断准确，结果都考不过。最后出了尴尬现象，教法律老师呢3年5年考不过，最后考的不了老师，不要去，不要给学生在一个考场考，都跑到外县去考，不好意思。然后学生一个个都考过去了，这就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对学这个工学生很看好，明年我就把我的本科生啊，就准备从工科里面招，啊，这个上来以后再学学我们2+4+2+4学学数学，把他们直接都送到博士，完全可以，都是可信的。当然我不贬低学法律，最终的纯粹的法律理论，深刻的法律理论到法哲学这个层次啊，还是要纯搞法律的搞。他们有这个耐心，你们没有，你们要立竿见影。好，对不起。啊，对，您是学法律的啊，学法律也有很多优势。现在呢，在这个招这个学生的时候，他看两个，第一个是看你的特长，专业特长有什么特长。像我这学生最近跟着我做的开放源代码法律问题，他们的论文拿出去，像那些信息产业企业他都要，为什么呢？这他非常需要。另一类呢，他很讲究第一专业，第一学位，你是不是真正的纯法律本科？如果你是纯法律本科，又学到硕士。但是学法律不能不读硕士啊，不读硕士你基本上没有地位在社会上。我也说老实话，法学本科出来，你什么都不懂，实际上，你想你22岁，人家那么大了，你怎么敢交给你呢？是不是？你不管阅历、经历，你的知识积淀、社会经验，你都差得很远，你怎么敢交给你呢？不敢交给你，是吧？而且你就知道几本书而已，你不知道法律怎么运行，所以一定要读硕士。你从本科读到硕士以后，你可以做这些企业的法务的基础工作，也可以做专职的律师。为什么呢？你有个非常大的特长，就在于你有很多效用。这学工最大的问题出来以后，你要拼这一技之长才行，你效用比较少。为什么？你没本科，你大家不知道知道吗？这个效用啊，只认本科。高中的效用大家最轻，本科效用也很轻，20年效性可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20年效性，我们硕士20年效性从来没见过，到博士谁都不理谁了。硕士都互相不理了，那个校友就没用了。但是本科的社会资源非常丰富啊，很多人进入各种领域要形成这个共同体，而且你可以理直气壮很豪迈地说，我本科就学法律，我硕士也读法律，是不是？然后我这两个学校读出来了，有这个司法资源非常重要，人家不会绝不会歧视你的。我现在刚才讲的是从研究角度来讲，我刚刚给你讲的就业啊，就是专门就业到硕士一级的话，只是一个专业训练，硕士啊，它不是一个研究型训练。尽管现在有法律硕士、法学硕士，那法学硕士比法律硕士要高，那没有问题。法律硕士你就只能就业去了，那读博士都没人招你，是吧？法学硕士呢，两个取向，一个就是直接做实务，一个是读博士。那么最起码法学硕士，我认为取向还是比较广的。再一个，司法到司法部门比较欢迎纯法律毕业。它需要比较深厚的基础，它不需要你多么创新，多么标新立异，所以你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你不要就这么建议了。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这个马老师今天在这里参加那个中国科技发展年会也比较辛苦，所以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吧。尤其我们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到马老师下次再给我们做一次精彩的讲座。好，谢谢大家。你们都很可爱，我非常高兴今天给你们做的讲座，再见。